拉了拉了拉，谢谢。Hello，嗨，呼呀，呼呀，呼呀，可恶，没有出现，呼呀，每天都在丢鸡蛋呢、啊。看什么时候大家位置上都有一只小鸡呀、啊。想要每个人下面都塞一只，是不是？等下就看我到处去收集鸡蛋，要修去养鸡场那边拿、啊。哇，你这只鸡还不是坐在那个呢矿车上的哎、欸？它是坐在那个啊底下的。对啊，卡住的鸡，卡鸡卡鸡卡鸡。嗯，安安，大家安安。啊！糟糕了！糟糕了，导游，你哪会阿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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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最后一集啦，睡啦，睡啦，睡啦吗？你怎么可以是睡啦？对啊，睡啦，最后一集啦。没有啊，因为接下来就要迎接第二季啦。第二季啦！我跟你说，我要毕业啦！话题生存是不是？没有，我跟你讲。话题生存毕业会变成话题生存 2.0 但你一样还是学生。我不要，你已经学会了基础话术，现在要来进阶的。这搞得好像是上学期跟下学期一样，没有错，上下学期嘛。哦天哪，那个校长与同学呢，这看到你的进步啊，有目共睹，所以呢，你必须要再更精进自己一点。我们看到你的潜力，相信你。我不想再进步了。对你以后就可以当脱口秀了。我不行，没办法，没办法，可以啦。因为我在台下看那个台上，你看那个主持人，那是我们一手训练出来的，我们都不知不觉都想哭了，你知道吗？天哪，真的，天哪，你都不敢了，动的。Yeah, 我来了，一二三四五，啊，怎么同学那么少？啊，同学越来越少，是不是？有一个还在奋斗，有一个还在上学的路上，有一个可能路上全部都是坑坑巴巴的洞吧。我是跌倒，救命啊！我觉得啊，那个同学迟到了之后，下学期就直接算他没有全勤了啦。我迟到就没全勤了，这么坏了！赶来了，赶来了，赶来了！哎，你解决了？哎，我还在吗？我没崩溃了吗？哇！进来了！要都把他踹出去，打一下！你知道我把路都填平才来的，很辛苦。哇，你这个负责修路哦，你是边走边吐口水，口水铺路。好，今天我们又有一个人请假了啊，要做美刀子的耶，你好坏哦，不好意思哦，太累啦。今天是我们的轻松生存的最后，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啦啊。就是最后，就是最后，对对对对对，啊，其实上次就有讲说我们会有一个淘汰机制啦，那是这个淘汰机制的那个刚好就是没来的那一位了啦，哦，对，也是最，但是就是在我们的《轻松生存》第一季直接毕业了，因为他今天也直接请假的话，这样等于说上一集，上一集就他最后一次了，真的，对，对对，好啦，那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然后指令的部分，我等下可以边聊天边跟各位讲一下，我到时候改的什么东西啦啊！哎呦，自由活动，自由活动，自由活动，看任务，任务没更新哦，哭了，每日有更新，每日吧，啊，对，每日，每日，好，等一下，哦，卡卡卡卡，我怎么下来了？我没办法动。我总觉得还是会一卡一卡，你们会吗？僵尸骷髅卡一卡，没有啊，没有啊，又是我的问题。看来你今天要继续上课了呢。哇靠！中介满，我要杜鱼，我要中介满，是诅咒。OK，
我要看一下我的。嘿，僵尸蜘蛛杜鱼是有解吗？杜鱼啊，什么东西有解？杜鱼有没有点？杜鱼之前不是有哦？要吗？我可以飞过去啊。有点啊，有点。我要杜鱼，好像在麦块的那个语音屏里面可以找得到。对，我之前记的那个就是，对不对？啊，有。12月29号，我那边有打。嗯，12月29号，我看到了。对，可以去吧？耶！哦，我在小雨到，跟我说，我到了。你怎么那么快？哎呦！啊，你就只用 PV 的啊、哦？哇！没，我有喊啊，我喊，哎呦！不是啦，我说小雨啦，哎呦啊！啊啊！哎呀！你也太慢了吧！没有延迟啦，你们比较晚听到啦。那是网路延迟的、哦。酱油，酱油不，酱油不，酱油。它直接变声音了，是不是？对，有还有声音。哦，我的天哪、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崩溃吗？还是他的游戏一直崩溃的？嗯。我现在 不止那个崩溃，我连 YT 都崩溃。哇，你的电脑重灌了、啊？那是你的电脑怎么了？你的电脑该重灌了吧？啊，小允刚刚是找跟我一样找不到，对不对？对啊，就在旁边吗？我有打坐标，我有个坐标。我们两个现在在里面绕，超好笑。所以我是直接传云月的那个，然后再转回来。因为那个不是正确的。啊、我刚刚一直想讲，你们一直帮我讲。因为下面那个12月28号，看到没有？我打那个才是正确的。12月28号，好，我看一下。哎咻，直接打12月28。哎咻。哦，然后我看到了。啊，你们就不让我讲嘛？对不起嘛。吵架，有吗？哎咻，打怨，有吗？有，也是使用 TP 打、欸。如果你们两个去法院的话，那就是全新二人组，哎，好酷哦！全新二人组，你看那个被告者跟原告者都是新的人。哦，对耶，他是告到不敢来了。原来是不敢来的部分吗？哎、欸，中介蛮被告怕啦。自己丢出来咯。对啊，我现在砍珍珠了，要自己丢。哎、欸，这里是不是太亮了、啊？各位，掉、欸。我们今天的抽奖是从九点抽奖啊。好。九点。对哦，提早抽。哎、欸，真的是抽。那我要先去买了，我先去买。哎、欸，等一下，究竟会不会有一个人永远没抽到？他既有问题。哎、欸，他杀死杜鱼要十只，我杀一只就完成嘞、欸。哦，对啊。哎、欸，对啊。那时候不是有说不要看那个吗？那个还是。哦，没有，可是他主要是看那个目前进度，看他后面的目前进度。哦，好，所以杜宇只要一只哦，你好佛心哦，我现在才发现，佛心公司、欸。然后最机车的那个中介门要五只。对啊，你很机车哎、欸，好心怎么会错哎？哎，没有，你要想那个中介珍珠这么多，慢慢丢，对不对？可以的、啊。哎、欸，你这样讲好像也是有道理啊，只是你那个都丢的人会很痛而已、啊。哦，有没有人验你？有生命危险在召唤呢、欸，用生命在召唤。是吧？献祭！我的天，我快丢了！我帮你丢看看。哦，耶、yeah, ，有石头。还有业内超市。哎、欸，他们刚刚有人在提议说啊，我们下一季轻松生存干脆叫轻松高校好了。轻松高校，轻松高校，我们要来 RP 了吗？哦，我们要 RP 学。哎，对啊，我们下一季来 RP 啦。好啊，那 RP 哦。我们都要自己创一个，要一个自己的性格，有没有？没错，好，可以，我们就来个学员风吧。啊，我要当那个学员 RP 了，我要当卫生纸都抽别人的那种学生。哎、欸，卫生纸借一下啦，饼干吃一下，小气鬼。哎，当这种的好爽哦，丢不出真键盘呐，校长。哎呦，校长怎么可以这样？哇，中介门都伸不出来！哦、天哪！然后有人接下来预测哦，妙梦，我们第三季变成社畜人生，社畜人生，我都社畜人生，社畜啊，变轻松公司啊！哦，出社会了，出社会了，出社会了，那谁是老板？
老板是谁啊？老板当然是他记啊，我吗？哎呦，指令都是他来弄的呢，当然是他。究竟是良心企业呢，还是黑心企业呢？老板是良心哦。我这么良心是不是？哦，没有。哦，你这个哦是怎样？哦，没有没有没有，有点难过。没有，我知道你很难过。那个防爆员啊，可不可以多一点？然后我知道要多一点，这样就不会压榨劳工了。哦，你说赚钱赚钱买防爆卷了吗？没有，其实现在这个物价还可以啦，不会说到啊。干嘛？你怎么了？求依赖，踩到乐高哦。对啊。哎，红宝石哦！耶、yeah, ，还差两只，被烧死。对，我在岩浆被烧死了。我在地狱被岩浆烧死。哇！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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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真的是很衰哎、欸。还缺几只？还缺一只哦！有了有了，结束了，感谢。好，哦，你结束了，好。对。哎、欸嗯，你知道吗？我今天 在地底下打那个、啊、怪啊，我发现一件事实、欸，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为什么我用弓射到蝙蝠的几率比较高啊？哇哦，哇哦，你很强哎、欸！给我砍小雨，好，给你砍，我砍完了。他要砍小雨？对，不是他要砍那个中介使者。中介使者。哦，用弓轻凑了。砍啊，弓轻凑。清臭生存。哎呦啦，那个我的那个第二季啦、哦欸、你又打断人家讲话哎、欸。哦导游你今天怎么这样他输掉了。都要死了我还不能叫一下吗、哦、好啦对不起。好啦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好啦好啦对不起酱油大大我们错了。我们错了。你最大了你最棒了对不起。我的一个钻石又没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嘛。对。第二季死亡不会扣钻石啦。哦改了。哦。对。那有什么惩罚呢惩罚都不好说了啊、哦！第二季再说了，更不一样的惩罚是不是？然后扣你的生命最大上限，听起来是蛮恐怖，超可怕。你身上随机喷一件装备而已、啊，哦，很伤哎、欸，这样也是蛮伤的啦。蝙蝠王国之战还是街面，这样听起来更亏了一点呢、欸。这样好像不错一退耶、欸。不行啦、欸，这样大家用很久装备，一夕之间不见，那不就那就是要、啊、没有啊？他这样子，他要把他再弄一个什么属性或附魔是完全不会掉的那种类似绑定诅咒啊之类的。然后我要绑一辈子的，我要绑一辈子的，对不对？这样就以后抽到绑定诅咒是耶，爽啦！爽啦！我开始弄这件装备了啦，就他了啦。然后村民也要洗绑定诅咒出来。哎呀，好多蝙蝠呀！哎哦，这外面怪是蛮多的呢、哎。我要去外面打了。有人要打烈焰神的吗？我烈焰神没有。看到朱古林帮我理哦，谢谢。朱，我是朱古林啊，朱古兽。啊，朱古林我要啦。啊、刚刚好啦，两个人都要的东西。哦、我要兽。你要兽？什么兽？团团你在哪里？看、啊、我的墓园啊。你在找兽，然后找。对。啊？嗯，欸、你说找什么？ Okay, 不是啊， okay. 你说找什么兽？然后哎，团团你在哪里？哎、欸，嗯、欸、嗯，很快哦。宝宝，你在攻三回，宝宝，告他，告他。他说什么？看到你在乱讲话哦。不管怎么样，先告起来再说。对啊，之后就告你啦。因为要可以使用喽。对，注意点。可以有请特别来宾进来告他，可以吗？真的，错，我觉得需要了。特别来宾，被告者，场外警告。然后下一季啦，成员会新增一位。哦，好、嗯。对，然后还会新增一位来宾。哦，来宾啊，对他就是不算是正式成员，但是他就是算是来宾的，来玩的这样子吗？就是一样会来玩，哦、但是可能一些相关的东西，他就、嗯、可能就也不算在，就是当做备胎。备胎，转学生啊，代理老师哦，代理老师哦，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好代课的，靠
工友在吃菜吧？工友是毕业了呢，人啊，对啊，很重要哎、欸。哦，工友，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很重要。代课老师啊，代课老师来两个礼拜就可以走了。天哪、啊，实习老师啦，实习老师，实习老师哦，实习老师，实习老师，让嘟嘟好。嘟嘟，有见证吗？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今天好像都解完了吧？今天都解完了。哦，哦呦，没事。哦哦哦哦哦！我干打，我干打，我干打，我干打。哎，有只页面被卡住了。哈，哪一只？在圣诞树。交换学。哦，那你可以上去把它弄掉啊。靠你了，不是我想到就他就在那边，他也不会死掉。命名他，命名他，然后把他包起来。他是躲在里面是不是？对啊，他卡在里面了。天哪！命名他把他锁起来了。会叫的树哎、欸，他像有点可爱。耶，我蹦回来了。我老鹰又飞不起来了。为什么？我就是因为那个，我在那个一到两秒吧。哇！冲去举死命打，我可能吧。对，会嘲笑这只野妹。你他为什么要嘲笑他？那就我很想问那个、召唤铁人，他是召唤多久，然后 CD 多久啊？你现在目前 CD 很快吗？我觉得有点久。你知道他还没打到地下就不见了啊？真假的？他在散步散步，然后打到第一枪都还没打到，他就不见了。重置时，那你召唤下一只的 CD 嘞？你自己觉得？就有感觉还是偏难用。绿绿的，他绿绿的，偏难用。哎呦，你要打他了！他绿绿的，我到时候再看看啊。他进家的太难了。绿绿的，有没有东西可以上去？不要啦！有人在抢绿绿的。然后抢绿绿的，现在绿绿的很多啦，就都慢慢打就好了。哎、欸，他机下也没有仙人掌垃圾桶啊，我家没有啊。啊，那我要走了。好吧。然后铁巨人是不是不打苦力怕？不会，啊、这为什么走不了了呢？他被猫咪吓到了啦。哦，就卡在那边。啊、然后就卡在那边。啊你不要跳着都打他啦，让他在这里活一下嘛！可你，啊，去找命名牌。好，来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呢，那个我们的真人死潜能宝珠啊，原本不是三种嘛、对，下季会有四种哦，还有多一种哦，对，会多一种。他们有人突然提一个什么彩券想法，待会开墙每共估一次加三组，太多了吧，会膨胀，加很多哎、欸，对啊，太烂了吧，不行啊，对啊，我们就是好像这一次的讲好就是说一定要抽到有主人为止啊，抽到为止就好了吧，不然这个太可怕了吧，这已经是共估一次的状况了呢，上次共估呢，这次还其实保底就六组了呢，对啊，其实很多了，我觉得，对。无限附魔是不是不好附啊？可恶！哎呦，吓死了！奈山附回去，攻击机制啊！下一季的那个一样会请征求那个任务啦啊、下一季的话是等我们这一集结束之后呢，留意我的 FB， 到时候我会先放链接在我的 FB 这边，然后大家再来填，可以优先先填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哦，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是缺话题了呢，对啊，所以就是你那回合啦。那希特酱油还在吗？我想变他。啊？怎么了？酱油不在了吗？他应该还在用他电脑，现在在处理他的那个。好的，那我们来一下昨天的话题哦。就在昨天，哎，也不是昨天，是今天的早上三点的时候。其实教友呢，突然赖了我一下，说：“哎、欸，我看一下讯息啊。”晚上吃宵夜吗？没有哈，我现在讯息在这里。我记得我是打晚上吃宵夜啊。好，那在早上2:53的时候，其实教友突然说：“哎、欸，今天今晚吃宵夜啦。”然后我说：“
啊，金管吃宵夜，请问他的金管到底是现在呢，还是隔天的晚上？他说，嗯，现在已经是2:30了，是11号的2:30，他想吃的宵夜是 right now 还是就是要过12点的那一个宵夜呢？那我又打三个问号过去，他直接回说今晚吃宵夜啦，哈哈，波波叫我敲你，今晚吃宵夜。嗯，既然是晚上没错，但这个吃宵夜呢？到底是什么时间呢？然后我就他说，我就问他现在问他问到，他说晚上。你们他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你们在不同的平行线的感觉。我问现在说问号问号，他说应该要给一个对或否吧，然后说晚上。晚上，这不是可以答案的吗？就是晚上啊，不是现在。你问的时候也是晚上、啊。你问的时候也是晚上啊。欸，我问的是凌晨呢。凌晨不是晚上吗？凌晨不是晚上吗？凌晨不是快白天的吗？还没。你哦，你现在把你的窗帘打开，请问是黑的还是亮的？哦，天哪，我只是想说啊，就对了，就晚我问你今天晚上，就是说因为我那天本来想问说明天晚上吃宵夜吗，后面想想不对啊，今天明天已经过了呢，明天应该是今天，等一下，明天说什么什么明天是今天啊，什么应该是昨天已经过了。哦，对了，不能是明天已经过了。我本来想说明天是宵夜，不对，已经11号了，所以说我应该打今天。到底是哪天？欸，可是就假如你们以日期这东西，你们会怎么表达？就可能已经隔日了，那你们会想要怎么表达？直接讲日期，啊，讲日期，我会讲日期啊，日期啊，礼拜六或礼拜日晚上。对啊，对。然后时间的话，我会就是以24小时为单，就是那个给那个的制度去打，这样子就看得出来是什么时候了。嗯，才不会让人家误会。对，或者是凌晨，我就会打凌晨，我不会打晚上。对，晚上这个寒瓜的时间太多了。对啊，太大了。我会觉得凌晨就是半夜2点以后，然后晚上就是9点到12点这样。等下说，哎，那个早上啊，早上吃啊。然后请问是你是要天亮还是要？请问你的时间是5-6点也是？你这是5-6点还是7-8点呢？5-6点对我来说也是凌晨。然后每个人的概念不同啊。有些人觉得晚上可能就是指黑夜，不是白天的时候，哎。嗯，白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对，或者是有一些人会直接说那个啊，就是还没睡觉前就都是今天，我是真的有没有听过，他只会分早上跟晚上，他的早上就是那个什么啊，我想一下，凌晨6点到那个半夜到中午三点，下午3点，然后下午3点以后到凌晨6点全都是晚上。好，他的晚上也太早了吧？对啊，晚上很早哎，天还没黑耶。对，他之前就跟我说，哎，吃晚餐啊，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跟他吃晚餐。结果他的晚餐是那个是三点叫我去吃，那是下午茶吧？下午茶吧？下午茶了，哪来的晚餐啊？走啊，赶紧的吃晚餐。我说哈，现在才3点，吃什么晚餐？他说就是现在了，现在是晚上了。他可能是天黑就直接睡觉那种。他是住在其他时区吗？他可能是农夫吧？对啊，农夫大概撑的也没有吧？农夫也没有那么夸张。对啊，可惜无间断，而且加上我觉得最容易搞混今天明天就是上大夜班的时候。那个真的会很难哦，对啊，可是我说不是你的老板那个，对啊，像他那时候就问我，哎，你今天上班有没有问题？今天你是说昨天12点的班，还是今天12点的班？不能给人家一个自欺时段。那我对那时间很有问题，
时间超问号，你要死了，所以你要去吃宵夜吗？你要死了，对吧？而且排班也是啊，他假设今天现在给我排早班，然后他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你明天上那个夜班，那我就有问号了，我是早上上完班以后接夜班，还是我明天再上夜班？对，是中间隔了一天，还是下午没有上，然后晚上继续上？对啊，就搞不清楚。然后讲到后面，老板自己，自己都当机了。嗯，对啊，自己就叫老板把日期写好，日期时段写出来啊。对啊，对啊，感觉写出来可以耶。哎呀，有啦，他们有人说，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十二时辰。所以我们以后讲话都要用子时午时来讲了吗？太累了吧。其实老实说，那我到现在都还背不起来，就是我现在背不起来。是子丑什么吗？子丑寅卯，应该说这些我背得出来，真有虚害。对，这个背得出来，但是几点到几点那个我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了，就是从十一点开始，不是？我跟你讲，怎么用手指去点？手指去点，其实就在算那个时间到底是几点到几点。真的吗？真的，你手指伸出来，比个四，你比个四，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分三个区间？三个区间，对不对？哦，你说三节吗？三节吗？对，三节，对。哦、所以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十二个？所以第一个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时间，刚好是十二个，这四个，这十二个位置。嗯。对，你在点的时候，这是这样算。这区间先记好，再来时间算，就是你食指的第一条线就分隔你第一个区间跟第二个区间那条线是一点、嗯、哦，真的假的？对，一点，然后第二条线是三点，哦，对，然后就这样去算，然后第三条线就是五点，就是这样去算。哎，那这样子以前只要是数学如果跟子丑寅卯这有关的，你不就直接都送分题了？对啊。哇！就是你现在看到我在那边在手在点，其实这真的就是在算时间。我背的要死，然后都还是不会。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乱猜、欸，哎，乱猜。我都记得他就是加二加二，然后可是我都要每次要从头算这样。对啊，嗯、这个真的好猛哦、喔，没有。就十一点到一点，然后我有记得开头是这样，然后后面他们有人自己算，自己算加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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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哇！说了还是听不懂。嘿。你们知道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在那个转笔耶 ，A B C D 写在笔上选，不知道。然后还要归类说那个啊，这一个选项里面哪一个选项最少，可能就选那个这样。对啊，哎、欸，我常常因为这样错哎、欸，感觉 C 太多了，这题也是 C， 好像怪怪的，改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这一题也是 C 改坏坏的改掉，然后最后发现它还是 C 的话，那就只能是你可能其他错的题目，你原本答案是 B， 但你写 C 这样。对，就是你原本其他的。太那个，对，而且你这种用法是走大考的时候比较好用，老师那种小考或者段考，老师随便给你出了，那没有用啊。哎、欸，真的没有用、欸，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好像之前是考试吧、啊，好像全都猜 B 吧，好，他好像还及格哎、欸。对啊，这哇哦、wow ，老师考因为大考才会有平衡的问题。对、啊，你一般老师考试那种小考啊，期段考、期中考这种，基本上是老师随意出啊。真的、欸，没有，大考也不一定哦。我之前有大考，有遇过，就是连续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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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C，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太多 C 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错了，我就把两个 C 改掉，然后我那两题就错。哦，大考它会算全部，而不是对全部总数了。对，会差不多是四分之一。那你那个大考是全部也都全部都 C 很多吗？很多啊，很多 C 啊。我记得假设题目有二十五题，大概有八个 C 这样。二十五题八个 C，、欸、差不多、啊。二十五八不对，十个 C， 十个 C， 因为超多 C， 它就有点像什么 A C C B D C C C A A A C 这样，很多 C， 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讨论。我们都在讨论，就说：“哎、欸，怎么办？好多 C 哦，是不是错了？”他说：“真的、哦，我有好多 C 哦，我改了三个 C， 哎、欸，我改了五个，各种改。”那时候出来以后，大家都在讨论，奇怪，我 C 怎么那么多？大家都不相信自己，对啊，多 C 多健康。你们打考大考出来会跟朋友讨论答案哦？会啊。啊，
好，我是完全不讨论那一派的。哎，我也是小雨这一派的，完全不讨论。我不想就是我觉得都考完了，我还要去讨论，然后搞不好就得到一个让我很痛苦的结果，我会觉得很麻烦。我也是觉得都就是，如果是全部都考完了，就啊都考完了，去爽啦！谁跟你干杯管多多？就是已成定局，不要再让自己痛苦了。就是官方的那个正确答案来了再说，对，再自己看。然后如果是那种大考跟大考之间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样感觉会影响心情，还是不要讨论好。对啊，我就是同色考完完全没有对答案的那种人。哇，我们是超那个的，就是考完以后，那个什么，你这题错了吗？怎么办？我这题错了，错了就算了。我觉得就是你去讨论反而会影响心情。对，就要看人，直接都不要去想，直接先玩再说。对啊，真的哎。我就只是偶尔有时自己会想说，刚刚里面有那几题猜的到底对不对？好了好了，算了，不管他，先去看下一科这样子，对吧？我是那一种，如果有人要讨论就会讨论，如果没有讨论就啊算了，就随便嘛。嗯，哦，所以你是啊，你应该真的是随和派、真的、就是有人讲说啊，想要对一下答案，我就说啊，我记得哪几题是什么，我就会讲。那如果没有人特别去问的话，就啊，就继续看啊，看下一科啊。不然呢？然后那个时候啊，是有人想要来，就是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想要跑来问，就是各种问这样。所以呢，我就是一那个什么一考完，然后呢一开门，我就直接自己冲到旁边自闭，直接跑走。你要跑走？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然后呢，旁边有人竟然说：“什么那个你那个第几题？”啊，没有，我听不到，听不到，不要跟我讲。我不记得了，不要问我。有那题吗？没有吧？我就直接捂耳朵这样。我说：“他原来刚考的是数学，是数学吗？不是国文吗？”这样子。原来跑错考场了吧？那个背后面那一题那个什么啊？有背后吗？有背后答案吗？还有题目？这个我一定要讲，我真的有遇过，就是他不知道有背面的。正常啊。我的天！记得那好像是隔壁班的吧？那时候就是我在、我那时候我们下一节是考历史，然后上一节好像是考数学，我忘记了。然后反正我听到隔壁班的说，这是很简单哎。然后他就说真假的，我觉得很难，尤其是最后的那个什么，就是他有个算术题是、就是反正很难就对了。他就说哈，有那一题吗？我怎么不知道？哦，完了，别看背面。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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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大哥，重修吧。我真的有过，就是忘记看后面，就整个半一半都没写的。哈，哇塞！对呀、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分数超惨。啊，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还是那个时候你在分数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出来之前就知道了哦。然后不过那时候其实就是你知道，其实那科本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然后想说应该回去可能回去被骂什么的。然后后来说，就是忘记翻背面啦、所以你就是骂我也没用，说不是我考不好，是我忘记写，所以不是我成绩不好，是我忘记写。哎呦，我觉得你这种心态就是好，可能上学期某一个。这期中考不好，说那我先把它提修掉好了，反正又不是他当我，是我先提修他的，是我先退选的，好吗？有人有这样的心态，真的有，哎呦，笑，是我退他，不是他退，对，我才不是被当掉，我早就退选了，开什么玩笑？是我先退掉，好烦，超烦的。退选有记录是二退才有记录吧？一退有到我怎么记得是二退才有記錄？我要退，我都其中就退了。对啊，就是其中不能等，退一退就好，不能退到二次退选，二次退选是一定会有记录的。对啊，刚开始就退。我都就是可能选课完上第一周或第二周就直接退掉那种啊。对啊，对啊。哦。就赶快先去上啊，那种的就没不对，这不对了，赶快退吧。对啊，撑到期中后才退，那个就真的爆炸。对啊，我都是期中才退的。
可以上课后退哦。可以可以啊，但其中会问你要不要退。对，嗯啊、可是那个退的会有记录，会有记录说退学叉叉，你退选了这样子。对啊，通常如果你太多那个东西有，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会不会是都不认真，然后所以赶快退掉这样，就有一些会这样讲。嗯，哎、欸，我到现在才知道那个可以退课，哎，我之前选错课，我都硬着头皮上完。那你还蛮猛的吧？你有没有兴趣回去再上？你有没有兴趣回去？对，你有没有兴趣再回去念呢、啊？司令台上升怪啦！哎、欸，他们说现在改嘞，改成一退二退都有记录嘞，哇，他变硬嘞、哦，真的哦，嗯，他变硬了。发现退课的人太多了，好像没什么差，我就退了。哇，天哪，好可怕哦！嗯、我倒是知道我们的选修课就是比较。Open 就是你一学期你也可以只上一节课就好，如果你有办法毕业的话，就是考试要考过吧，或是作业都要交之类的。啊、嗯，对啊，就是你只上一节课，然后我就觉得很猛。哎、欸，我也有，我大一的时候有一堂就是这样。我是大二的时候有一堂，他是那种就是通识选修啊。哦。然后反正你去那个老师也是放电影在那边看的、啊。哦、然后他最后是期末你要做一个就是一个观影报告这样，然后那个报告有过就过了。哎、嗯，重点是他的很好笑，他的是你的观影报告要从他之前课堂里面的选一部电影弄。哦，有看过的来写、哦。对对对，然后我只去过前面一堂，然后我就选了那一堂的错。哎、欸，好猛，好猛哦！然后反正后面就过了，这样。这个是白单吧？超爽的。哎、欸，我 PTT 做的很认真，好不好？你最棒，真的最棒啦！然后我的话是我修了一门，就是这好像是科系的选修，嗯、然后它是网路、哦、宣传的那种，然后就是、嗯、进去就说你可以做 YT 什么的，嗯，我说嗯好啊。那我就前后我就跟他说，对，就是我目前有在做这东西。然后他最后期末就是说要给一个成绩，然后你要做一个什么 YT 频道，然后或者是来贴图。我说，嗯，那我这我第一堂课我听过的都应该是不用去了，我期末再去交作业就好了。然后就这样就过了，好嚣张哦，嚣张耶，好猛哦，高吧，白痴哦。然后他就给我这些白单，那我应该是不用去了，而且他也没再点名。我说，哎、欸，不用耶，好爽哦。那我比较好奇是最后他不是说要教什么频道什么给他看之类，那他那个老师看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我好好奇。这我不知道，因为后面也没有遇到他了。哦，也是啊，都没爱去的嘛。哎、欸，你可以退去找他老师，我想知道你的反应。真的，老师心里 OS： 这小子的那个订阅人数比我还高。妈的，当了，比我还高啊！造假！有老师要的是后台给你看嘛？老师要的是成长比率有没有？比我高，当了。这太两极了吧？等下最后就发现到负成长。好，扣分。我跟你讲，我老师说，啊、哦，你就是那个杰克吗？哦，你就是那个杰克。你在看你的，你都买了、啊、他新闻还用视频录哎？他突然冒一句说：“杰克姐爱可爱杰克猛。”哈哈哈哈哈！我一拳灌在他脸上。哇！太凶了！好凶哦！粉丝怎么可以这样？对啊，老师搞不好还要按小铃铛哎。对啊，然后每一个影片都给你第一个按赞，然后抢头像。按不喜欢的，按不喜欢的，老师。对啊，老师还有加会员。对啊，会员才二十几个哦，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啊，对不对？对啊，他说不定可以抓到老师了。真的，说不定老师现在正在看哦，卡谁耶？对啊，我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有没有感觉刚刚一个很认真一直在发言的，现在不敢讲话了，赶快看一下。说不定你老师的孩子正拿着老师的账号在看你的频道。哎呦，哎呦，现在都大四了，大多久了？老师要去发靠北实况了哦。老师很吵耶。哎呦，我很多实况都没看来。
八卦，各种。哎呀，对。然后说到就是粉丝嘛，你知道，就是我妈妈就是在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她那边的老板的小孩，他说有在看阿神，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去刚好就去那边就是送饮料给我妈这样子，嗯，然后都很累这样，然后因为我妈就是会那种就是到处宣传的那种。啊！就跟小雨他爸一样，撞到了。哦，然后就是他小孩就是有在看阿神，他说他就翻某几部阿神，以后他说这个杰克是你吗的？对对对对，他说他还拿纸给我说，你可以帮我要阿神的签名。哭啊！哭啊！我不敢冲了，对呀。对呀、啊。哇哇！我说，嗯，好吧，我都知道那时候小雨的感受了，是不是？哦，还好我爸退休了。就是你就把拿笔先拿出来说，我帮你写阿神，直接帮你，直接帮是帮你签名啊，没办法帮你要，我可以帮你签名。这是杰克彼得阿神啊。啊，你可以帮他签名啊，签杰克。我不要这个、啊，我不要。撕掉我就翻脸，我走了。我不要。然后他说：“你有订阅我吗？”我说：“不可以哦。”你要先订阅我，你要先订阅我哦。我要看到你的 YT 账号里面，我每一个影片你都有看完，我才会帮你。要都有那个红色的条，要贴到满哦，要你看满哦。有了，我有看了，我看你那个缺氧嘛，对不对？我有看了，我有看错人了啦！完了，完了，缺氧吗？假粉，假粉！啊，不要，我跟你讲，影片看过之后，你还要先加会员哦，75块哦，还是你要那个尊爵不凡那个3500的？超贵的，好贵。没有，那你要写一下新那个，就是跟看那个读书心得一样，你要写一篇你最喜欢的影片的读书感想哦。而且你还要说为什么喜欢那一部哦。对，我们要写满500字哦。拜托啊！然后交给我妈妈，我帮你看哦。而且我会把标点符号全部的字数都扣掉哦。不可以在后面偷偷打那个空白的那个白色的字在上面哦。你看，有人是这样用哦。会呀、啊，好猛哦！就是打报告，然后最后比如说什么字数差个一点点啊，然后就在后面打白色的字嘛，打一打。好扯哦！我没用过，好猛哦！我没有用过，没我还没用过。没有那个只有用在就是交书面档或是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你交电子档，不是通常教授可能会拿起来看一下全选字数全部字数多少，啊字数有过啊，对，那只能用在差一点点的地方了。差太多了不行，差太多你要看到后面都是空白资源啊！对对对，要不然按空白键也可以，就是在结束后面空白键，我顶多按空白键。对啊，小雨教坏一堆小孩，他们全部都说他要学起来呀、啊！哦，学起来！这个已经是流传已久的秘技了，这不是我研发的，只是有没有被发掘出来而已。没有，那个很难弄。太好笑了吧！大家都没想到啊，我也没想到啊，天啊！没想过这个，哇！应该没强绿了吧？强绿啊，不还有？你要这次还有吗？看啊，我现在是功力8到9，对啊，所以要9到10了。我现在心脏很大声，冲了啦！我上次冲的没了，对啊，你要想一下，现在强绿没有败过。对啊，所以我就是没强绿，你听不？就看等一下大家刷副本，没有人刷到吧？好啊，只能这样了。康康啊，感谢超级留言。没有，我说冲屁啊，给我钱我冲啊！一堆恶魔，现在是要给我卷我就冲。然后冲，像你们刚刚说冲字数嘛，你们很会写吗？就是以前的作文。好吗？懒不好、啊，作文还行，不行，我作文都是2、3级，我怎么拼命写都是2级、3级，真的，超懒，大概都4级啦。我没办法，作文到一阵才懒，好强哦！我真的觉得作文5级、6级的，可是作文就是
就是你要把一句超级简单的话把它加很长啊。你知道我就这个就是很难啊，这个就很难啊。啊，可是不知道，我觉得就从以前写作文开始，就是一个瞎掰的开始，训练瞎掰的能力。那我都。我有一次还刻意，我就以为说，哦，作文会不会就是全部的成语都用呢？所以呢，我那次的作文就写用一大堆成语，就也才四字。不行不行，太多成语是不行的。你要顺，你要顺畅。对，对，因为你要善用排比句，你知道排比句最强，又可以称字数，然后看起来好像又很厉害的样子。所以就很像是要写一堆什么象棋爱情那个就对了，是不是？象棋的爱情。就是什么什么，就像是什么什么，然后说什么什么，也像是什么什么。我觉得小雨还是示范好了啦。你现在想一个情境啊，可是要有主题才行。对对，那我来帮你想空白。对，我来帮你想。空白啊，就交白卷就好了。是空白吗？交个白卷啊。空白不能交白卷呐、啊。那题目就是空白啊。哦，空白哦。嗯。没有，就是你知道空白这种时候，你知道最常扯，就先扯一下一些就是自然中间的东西，嗯，是然后什么空白有没有？空白就像是一张纸中，就是拥有着无限的可能，在这片纸上，我们可以留下属于自己的创作，然后什么你就可以开始掰，你知道吗？创作你就可以掰到比如说你自己的部分，然后这个世界上人家做过的什么事情，然后纸上的掰完之后，还有什么是白的？白云哦，这个空白在不同的地方，像是在蓝天上，它在这个蓝天中就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有各种各样的各式的变换，对不对？就这么多东西可以扯。我就是会，我就最会扯作文的、啊。你是扯零色的啊？那么会扯？欸，我国小真的是扯零色的。哦，你好扯哦！哦，我超扯，拜托。好猛哦！就说空白就跟未来一样。欸、你应该去写小说，就跟我的户头一样。我是看很，我真的以前有写过小说，可是哇，还真有小说，哇塞，哇！出书了啦，小雨！不要，我就是干过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云月，你没捡到，纸头没捡到。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挑战什么啊？又痛又硬哎、欸！我血跟那个啊，力量，血跟伤害。哇哦！卡、啊、你好痛，卡了完了。哎、欸，他们有人讲什么，你知道吗？空白就像是教授的头顶一样，不行的，你不可以对老师人身攻击的，这一定会被打爆，这不可以啦！你这个怕是连一席都没有了，没有，直接被记大过。啊欸那个小雨，不然在那个他们刚刚有人说空白太好写，来来来，那个听我解释，这样如果是题目是听我解释，你要怎么？题目是听我解释，对，听我解释，我们就要从一个很论述的方向前进的哦。好，来来来来，好，刚刚是感性，这是论述，是不是？对对对，这听我解释，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可以听到自己的对话。然后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上面每个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可是大家通常都只会关注在自己的想法之上，那要如何让大家听下去自己的意见呢？是不是你就开始阐述你又要怎么告去说服人家这样，是不是就是要就是从各方绕出去再绕回来，你就可以写超多段。其实我以前作文积分也蛮高的，都是五六级。那这样有话你来试一次，越画越错的，做基础越高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以前也没怎么瞎掰呀、啊。如果是听我解释的话，我会说，当说出听我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给他一点机会，让他能说出自己的感觉，也许他无法马上说出来，但是也许你只要有些耐心，就可以让他说出他想说的话。这样的话，你不仅可以帮助他，也可以拯救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做的之类的。哎、欸，你是一种方式哎、欸，对吧？朝心灵治愈的方向发展、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级别都挺高的。哇，你刚讲那句话都没口级耶、欸。真的，你好强！我都怀疑在念稿，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事先背好了？对啊，没有啊。没有，这是平常他的听我解释后面他的 OS。他是把 OS 念出来吗？我都直接拒绝他。
我以前题目都很奇怪啊，像是什么心灵什么的，说什么难受，真的很奇怪的题目都出现很莫名其妙的题目啊。有啦，我突然想到我那一年的统测的作文是什么了，题目好像什么记忆中那一双温暖的手。哦，这个我有写过题目哎，好气哦。嗯，就类似这堂，我记得应该是类似这样，然后他说什么鬼？哎、欸，这种你就要往越小众写越好。哎、欸，小雨你懂，因为对我就是写的很小众，所以我分数很高。真的假的？没有错，你千万不能写什么妈妈的手，这样你就直接只有四级分。妈妈的手，老师的手，爸爸的手，小三的手，不行不行，我是写阿嬷的手，那是一样的，家人的手都不行。哇，阿呆的手。阿呆的手，你知道那时候写什么吗？我那时候写乞丐的手。你是怎样？我分哎、欸，可以，这种可以超高，超高。或者你就要写一个什么路边的什么卖东西的，就是摊贩的手，对不对？你看到他历经风霜的手，对，分数超高，就是要开始掰故事。哇，博取同情哎、欸，因为要博取同情分哎、欸，老师的眼睛吗？没有、就是、老师会觉得你很特别，别人都写家人朋友，为什么你会写别人有无关紧要的人呢？分数先加个两级。对 啊， 对啊，你要想那个同桌，他看那个 几百份、几千份，大家都写爸爸妈妈的手，对不对？看起来就差不多那个，哎、欸，看起来差不多写的顺顺的，好像四级啊。看了突然一个，哦，奇怪的手哎、欸，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哎、欸，写的还不错，然后五级哈。对啊，是不是？哎、欸，小雨真的啦，真的。为什么我不早点认识你们？我说我说不定就有救了。强哦，真的强哎、欸！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以前就觉得写作文就是你在掰故事，哦、就是你要掺杂一点就是真实的，可是大部分都是掰出来的东西。你知道我都很诚实，比较好写。我也都写的很真的哎、欸，可是诚实的东西很难写啊，你要掰故事才好写啊。对啊，我就想，我就一直觉得作文应该是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感觉，所以我都怎么想，好奇怪，为什么写的都这样？你可以朝那个，如果掰不出来，就朝心灵层面写啊。嗯，对吧、啊？像是难受，你就可以说哦，为什么一个人会难受啊？他可能因为什么原因难受啊？那他难受，他经历过什么样？对啊，也许他经历过什么事让他很难受这样。哎、欸，作文小教室哎、欸，大家学好哈，以后掰掰就。可能现在还要写作文，大家学一下啊。欸、对啊，现在是还蛮，他们好像还是走这一套吧，就是作文的话，也就有用哦，有用哦，学起来，学起来，有用啊，哎呦，学好啊，学好，有用哦。以后不会写作文，你看这一集就好了。对对对，對知道了，全部的重点都在这一集了。画重点，画重点，画重点。没有，不然你要把别人的故事拿来用啊，就算你不是写自己的故事。像什么以前不是有写说什么忘记那是什么哦，我记忆中的什么记忆中最深的一个人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是写我外公，对对之类的那种，然后我就写我外公，可是我根本就没看过外公。不是，可是那个故事基础是从我妈妈跟我讲我外公的状况下去写的、啊、那你也是很厉害的，有办法记得、啊、就说要掰故事没故事不是就是这样吗？我记得这个题目我也写过、欸、然后那时候我写我朋友、啊、因为他被篮球砸，那这有什么原因吗？没有啦，就是他被篮球砸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班上比较不受见待，然后就是他被篮球砸以后，有一个人就是大家都没理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边哭的时候，有个人给了他卫生纸，然后把他带到旁边跟他讲讲话，然后其他人还在玩球，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就写了一篇像小说一样的故事。好笑、哦，对都太会了，真的很会。嗯，先写作文小心哦，小心你自己发生的事被人家拿来用。对，平常跟大家聊天要小心一点。对啊，不是人家开头就是我记忆中有一件很深刻的事，我想一辈子不会忘掉它。那就是我朋友被篮球砸啦。那很多那种作文，你如果把它写得很直白，剩下两句话都会很好笑。对啊。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一篇六级分数超高的超高，就是最好我们班上全班最好的一篇，他就是
他就是在我忘记是写什么，好像是写说就是什么什么的心情，我忘记了。然后他就是写他那个什么，然后妈妈外遇还怎样的故事。然后他写到后面最后两句是，就是他写的很难过哦，就很伤心哦，就是感觉就是很难过。我妈妈虽然外遇，我觉得很难受。爸爸看爸爸怎么样，很难过。但最后两句写，不过当我看到妈妈回来求爸爸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快乐的。好烂尾哦。好烂尾，这有点烂尾。对啊，烂尾。然后老师就说：“哎、欸，等一下最后一句你是把你的心情写上去了吧？”好爽哦！啊，这好爽哦！哦，他终究还是回来求我爸嘛，好爽哦！天哪！然后老师就说：“各位同学，最后一句不要遗憾啊！我觉得他刚刚前面一个断点就很好了，这样就断在这里就可以了。”他最后原本是写说，我想经过这件事以后，爸爸的辛苦我都会记在心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牢抓紧的爸爸的手，我相信等我成长以后，我将会带着他一起走下去。句点。不过当爸妈回来求爸爸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的、啊，这样。好出戏哦！他最后是他是不是每满五百字要凑满两句话啦？感觉都这样哎、欸，我印象超深刻，我里面全部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两句，太好笑了。感觉就在凑字数啊，超级凑字数。啊，那个刚波波在聊天是说，他以前写作文啊，每一篇作文一定会写到家里死一个人。哇，过分的写死亡笔记本啊，死亡作文，那是死亡笔记本吧？死亡笔记本。死亡作文，这样写这样死掉很不好哎、欸。他每次他说什么？他写到还被辅导老师抓去辅导。你家怎么了？家怎么了？这么的不美满吗？我的天哪、啊！哇！你侦探波波，不是有人会写说什么谁谁谁挂？就我其实他还活着。对啊。我奶奶曾经在世的时候没了，你奶奶还活着啦。啊，我上次不是看你奶奶来接你？那就是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哎、欸，阿妈来接你喽！现在，阿妈还活着，直接歇死了。当我阿妈还在世的时候，阿母家卖家啦，母家卖家，卖家，母家卖家，卖家啦，买了买了买。天哪！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 有一个人他在跟那个在跟上司请假，他就说上司，我阿妈真的很疼我，我一定要去祭拜他。孙女加班啊，阿妈等你啦，我要走。破功破功破功 ，NG 了，破功了，被抓到了，被抓到了，超好笑，马上被抓吧。因为你先修好吧，今天。杰克要不要？真是很白痴、欸。我觉得分两次吧，这样比较多强绿的。好，那我上楼。哎，要开奖了，各位。哦，对，哦对，要九点了，要九点了。嗯，记得赌哦。赌了，大家还没抽啊？大家都赌了，哎，还没人好了。哎，这次的作文标题是哈记究竟能不能得奖？哭啊！关于得奖的那件事，等一下就有那个了，那个两种题目啊，一个是哈记得奖的那个的题目，一个是哈记得奖的。关于痛哭的那件事，都可以发挥。痛哭的那件小事，超超杂超杂的。关于哈记到底会不会得奖这件事。关于那件譬喻法、譬如法那则而已，其他都不会。就是我之前也都是后来就是用了一些什么譬喻啊、明喻、暗喻这样而已，那就不会了。对了。哦，我做是什么？就做作文嘛。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因为我语文能力太差，然后就网上找一些东西，然后就写在作文上。然后你知道我那就是我就不知道老师怎么抓到，然后就被抓出来了。好、oh ，他说：“你这是不是在网上找的？”抄啊！你是不是选前面几篇？
欸、真的，你假如要写什么心得来做，你拜托不要写那种前面几篇，然后就打那一句，然后就可以直接搜出来的东西。哦，那种不要，啊、拜托不要。自己换个形容词嘛。懒。那个老师一改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三四个全部写一样的哦，这个一定有问题。对啊。可是说到这个啊，我有一个国文老师的那个两次的寒假作业，我就觉得很有趣。他都是说教读书心得，然后呢，他第一次就教完嘛，然后我分数好像是 A 吧，还 A 减。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说，第二次寒假就说，哦，那个你们也要教读书心得哦，啊，如果呢你们看同一本书的话呢，你们也没关系，就可以再教一份这样子，同一本书的读书心得这样。那个时候呢，我就只是改，啊，我先看这个，好，先看开讲，开讲，可以准备写作文啊。等下准备写作文啦，还是写题目啦？哎，随便啦，都说随便啦。39号，没中，再一次，没中，再一次，再一次，这么刚好闪过，对啊，闪过你，没有是底下那个，屯旁边，对啊，屯头左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来。还没有，哎呦，共估两次，啊，定来等我的，我回来了，是吗？然后说9号，耶，我去拿票，这次是为了你啊，轻松去拿票，彩券它是为了你，真的，7号，没有，也没有，哇。哇！你供了几期，对不对？我们要过一个月了，哎，要过一个月了，好夸张哦！时空旅人，我应该也是。希望您下次中奖，不赌钻石吧？如果对，这个应该差不多。21号了，谢谢啦，杰克，耶！你就这么把它拿走了，你直接拦截他了，不能吧？你没有乐色。哦，少女素描，来啦，现在几个人？七吗？七。我体积比较庞大，我站两个可以吗？他记这个，最右边那个。哇塞！他记最右边那个。他记最右边那个。哇！来，那个哈记，请发表你现在的心情，用作文的方式。有如大海翻身，背上一翻，起起又落落，起起落落落。我要请老师小雨，请小雨老师帮忙润饰。我想想哦，你说哈基的心情是吗？对。哈基的心情经过了一波三折。虽然在这一次的第一季没有获得这个奖项，可是我们要展望未来，看向第二季，那里还会有美好的希望在那里。说不定下一季的学员就是哈基的时代了。你的时代了。哇塞！哎呦，太惨了！不要哭。其实刚刚哈基你说你的那个旅程啊如起起落落，我就想说应该是你在乐透中奖的旅程落落落。可是你在冲撞的路还不错啊，对不对？对，但是呢我在冲撞的路起。只有落，人生总是会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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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真的有起过吗？有啦，冲装的时候，冲装啊，冲装还不错啊，我觉得他去冲装运很好哎。走啦，我们去打光碟啦，上面好多页面哦。打光碟喽，这现在打光碟还有人要用吗？我还没打，一块没打，我也还没打，我还没打，嗯啊。是吧？打工别了。哎呀，刚刚讲到那个嘛，我那个寒假作业嘛，寒假作业就第一次 A 减嘛，然后呢，第二次说也可以交一样的嘛，然后呢，我就直接只是把那个日期改一下，然后我就交出去了。哇，然后你很敢哦！哇，然后呢，重点是我拿回来变 A 了。为什么？
你的 level 提高了，我怎么会这么、欸、勇气可嘉他晋级了一阶，我傻眼，好猛哦、喔、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太夸张了吧、哦、你敢拿同样的来教，嗯，你勇气可嘉，来跟你加一点，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勇气分，勇气分，我也就只有那一个作业敢这样做。哎呦，打雷喽！快乐啊，东西都好烂哦，都是一级的。哎、欸，他们刚刚有人写一个，我觉得很猛哎、欸，代表哈基的感心情。数字冒起，少年的心情随着号码跳动，当一切尘埃落地，他的心仿佛绑着一块铁签，从天堂坠落到十八层地狱。十八层，好会，好厉害！哇，这是哈基传小说第一季，太强了，是吧？刚刚超猛，感觉再来就是要接难过的少年哈基，开始踏上了旅程。他去哪里？好，因为没有中乐透，所以进到异世界。对，小心掉入异世界。哈基太难过了，心脏负荷不住。这时候他闭上了眼，再睁开了眼，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异世界。好，他转身要转身成什么？彩票。啊！彩票啊！彩票问号！转身成刮刮乐、啊，快来刮！你是说刮刮乐吗？刮刮乐吗？啊！偷打！啊！转身偷打还打死了啦！太快啦！你怎么被揍死了？我被揍死了，是打速度的吗？太快了，都要打速度。你怎么不用射的？没办法，太多了。我刚刚就用色的哎、欸，我贪了，你贪了，我贪了，我要这啊，这人速度不够、啊，还是我刚刚其实是不够快、欸？对，不够快吧？对，应该是不够快吧？对，他们跟得上你，顺的感觉哦。你要快还要更快啊？你都帮 S E 吗？原来是不够贪，没错。不够贪，他说我在玩怪物弹珠。怪物弹珠，我不能开始。你要再近一点，你要近一点。对，哎呀，要不然速，你刚刚放多少速度啊？小雨，我刚刚往放。四张吧，太少了吧？四张，你要让他快到只能跑对角啊那种。哦，对啊，我刚刚不够快，我刚塞满，要3200才行，是不是？嗯，我刚好像只有一半。对，哇，你这个好像速度也不够、欸，还要这样才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刚那个是怪会粘在我脸前面，嗯、好好哦。对。哇，感觉自己打会暴毙耶！我不会啦。不会啊，到3200就不会了啦，他就只会像这样而已。你刚那一下暴毙，他不打得很开心。暴毙！不然你就不要放啊，都不要放啊。对啊，不然你就打一般的。对啊，对啊。我来塞塞看，等他打完。好快、啊！我要6400吗？对啊。怎么都是时间跟攻击啊？哦，那就要杰克这个6400，我刚是3200。那个酱油你要打6400才行，6400就是倍数啊，它里面会有些，哦，它的跑速要到6400。好了 ，boss 过来啦，拖台用色的了啦，过来的打不到啦，怕不会太乱啊打。哎，无限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好付啊？很好付啊，无限吗？无限还好吧。我付超多东西都付不到哎、欸，输哦，哎，我输付了一堆都没付到，想说好了，我先付一把，我看看会不会付到，对吧？输的话就有一点难度了，真的哎、欸，我刚攻击输不了，输什么都会有啊，可能性太多了，对啊，嗯，我现在用功夫也付好几把都没有哎、欸，好难哦、喔，天哪、啊，好难哦、喔，我这一个小时就一直在跟安德玩，好。天你已经付了一个小时了，我天哪！一个小时在这里耶，我好难受了，天哪！我来试看看，我也来试看看，
我也来试看看。然后就哇，辅导了团团，我会哭爆！我这次花时间在干嘛？哭起来！可是我要先拥有一把弓。不然我就拔剑你啊！几条线，几个木棒就有啦。嗯，几条线，几个木棒，说的好像也是哦。对啊，真的。你去刷孤弓塔一大堆啊，傻眼。哎，对耶，孤弓塔很多啊，箱子里面一堆。对啊，我是说我要先回家做一把弓啦，不是我没材料。啊，一样啊，你就是没材料啊。你可以直接去拿那个啊，就是啊。他来的第一本，无限呢、欸，无限耶！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只是拿一个、拿一个那个打剩下的弓，然后放上去，它是显示无限附魔，夸张哎！下去。哎，那个团团，请发表你的作文感想。你现在对，请用作文的方式。很那我想很落，落。当那声。哎、欸，团团响起时，我心中心脏漏了一拍。哎、欸，我不好无限了，我的心情瞬间就从101的顶楼坠落到了玛利亚海沟一样深。玛利亚海沟是谁？玛利亚，这有是海沟，我查一下啊、哦。哎、欸，不对，不是玛利亚，白痴，我讲错。你要到谁的沟啊？天哪！玛利亚纳了！妈，这是玛利亚海沟。你是在开车啊，团团？你想去玛利亚？玛利亚，你是到玛利亚海的沟啊？我没有开车，世界最低啊，圣母沟啊！圣母沟，玛利亚纳吧？玛利亚纳，圣母沟。正弩弓，哇哦，这个制作人，哇哦，团团，哇哦，哇哦，团团，是啊，优秀，优秀，优秀，不优秀啊？没有，不是，你知道要边想边讲的时候就会这样啊。那有请小雨老师纠正，画红线。在纠正前，我可以先问一下，速度是要3600趴？错，3600。640，全部二级就可以了。对，没有二级了，没啦，1.5，你再拿更高级的啊。然后全部成一级了，那你不要躲啊，你就不要躲，没关系啊，你至少砍得到啊，他不会痛。哎，不试看，哎，月，嗯，我发现用弓啊，如果弓叠弓的话，他会直接把那个强力覆盖掉。哦，会啊，一定会啊。对，那还是要输的武器耶。好了，再拿书试试。啊，如果你们输好，哈，我丢给你三本了。啊，丢给你三本。白痴，我刚刚在那边玛利亚的时候，原来你就是丢给我，想说为什么你在我旁边？你想说为什么他过去？哇，我的心情，我刚刚还想讲什么？我想说哈，如果呢你们哦输好，又给我付到无限哈，我就真的是。而且是一直给你三本，然后你现在是给我三本，我的天哪、啊！我刚刚在干嘛？阿纪，我要来那个报答你。哦、哎呦，啊、嗯，你要打他？你要打？没有啦，没有啦，我不要打他，报答他。我要报答，报答是什么？报答他一顿，报答一顿。往死里打！可是我的钻石不多啦，你在哪里？你要暴打我一顿哦！好，先打一下。我不多钻石啦，但就这些啦。一三，哎呦！我刚刚给应该是给40几个吧，对不对？你才给我44个，超不吉利的。哎呀，你应该对的会没有。care 的吧，那我超 care， 我超 care， 先超 care， 你要给你多点啊？没有，你过来看我的钻石箱，你过来看我剩4颗钻石，他把家产都给你了，已经是几乎我的家产了。你那4颗钻石不会是我送你的吧？
这四颗我不知道呀，好像是封在箱子里的当初。好，圣诞礼物送给你了。你要珍惜哦。欸那個、我要重申一下。嗯，好，我的经验指出问题。我打不到他。你去站在角落啊，站在角角。他会不会最后被我自己弹死啊？有机会哦，没有啦，机会。酷哎、欸，笑死了。酷哎、欸，酷耶、欸，酷哎、欸，酷。然后都酷酷哎、欸，你知道，我最近有计划，他让我拍一个。反拍那个广告，我想说，因为这应该我之前有讲过，我想说，要不要拿那个酷伟来当广告，酷就是自己反拍一个，然后只有一个人，然后但是你知道，哇，雪莉，哇，珍妮伯伯罗培兹，也自己拍哦，对啊，因为要做要30秒哦，哦，那你找伯伯啊，对啊。没有，我跟你讲，现在珍妮和罗雷兹已经那个了，你现在要那个，对对对，现在要新的，要 rap 是不是？要 rap， 要 rap 才是那个的。来，你听我说。哎呦，罗雷兹，太好笑了。还是有什么比较短简单的广告？一点啊，你不想想 rap？ 野猪骑士来了，差久，太久了吧？好久，可是其实他多久都没差，他就只找反派。哇，哎、欸，那个我舅舅还在玩哎、欸，那你就杀很大、啊，要不要？骑士吗？野猪骑士来喽！玩他那个杀、啊、很大、啊，杀很大，杀不用钱，杀不用钱。哇，我跑速没办法增加，不能玩那个。玩哪个？速度的那个、啊、光碟啊，不够了。还是你要升一升到升一级的，对啊，不然我租装备好了。哎、欸，不对，我其实不一定要租装备，哎，我可以试试看，等一下。所以他就我想问一下，所以之后的那些石头是还可以继续沿用的吗？还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沿用啊。好，那我就先。好，但只是说不确定啊。对啊。现在可以问了，现在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哦，哎，睡哦，你几岁？我几岁？19岁，有100多个月。哇，100多个月哦，100多个月，我算一下哦，100多，100除以12，起码二十。起码18+8，你干嘛去？他算出来，你很坏、欸，太坏了，他很难过，哭啊！因为这100多个月，我就想算一下。哦，你到了，好坏、哎、呦，好怪哦！哟，是好奇心会杀死吗？会杀死杰克，你会被他去杀死。我要。我要去说教。我要穿10000个。好，玩去吧。其实我这边有2本《无限的附魔书》。我靠！我靠！大家都有。我靠！大家都有。太可怕了吧！这个传送，我传送过来，我只要往右边移动一步，我就进岩浆了。哦，你就身上带水桶，有没有水桶？嗯，有耶，酷。那以后不要叫那么大声。没有叫啊，我就说我很惊讶。哪有？你上上礼拜就是叫了2次都打断别人的时候、哦。因为上上礼拜我都没带 啊。哦，原来如此。有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酷哎、欸！我为什么要在晚上的时候来打副本啊？哎呦，酷哎、欸！你又可以写一篇作文了。酷欸，然后我发现抢 X 的空没办法一箭射死他们啊！哇哇酷欸！我以为你死出来了欸，跳红字，没有啦，他们要笑你了。酷欸，我应该出装备的，我应该出装备的。完了啊！酷欸，我用砍的，酷欸，砍的，酷欸！啊啊啊啊！他们现在上面虽然有血量，但是我都看不到，好难过。站太远一点。对，
底下他们写有多少啊？八倍的话有多少啊？对吧？二十乘八。白痴，这火焰狗让我自己烧起来。他摸到你了。他握住了那把刀，那把剑，然后打你。哇，你是天空中最亮的团呢！哇，对啊，我是最闪耀的那颗星！哇，对啊，你后面好多怪哦 ，Shiny Super Star 妖修哦，哎呦，你后面好多雨，好多是烟哦，你是唯一的神话，哎呦喂呀，神话啊，哎呦喂呀，哎呦喂呀，神话啊，哎呦，为什么射不到？哎呦，啊，我一定要放弃挣扎。我要再慢慢射了。乒乓乒，乒乓啊！掉下去，怎么可以掉下去？你又掉下去了。嗯，掉什么掉？莫名其妙。莫名其妙！你们这些僵尸到底还要弄我多久？快死了！啊！那是谁？嗨，那是谁？珍妮佛·罗佩兹。哇，是繁星！哇，哇，是云月！哇。酷耶、欸、酷啊出来音乐 QQ 奶奶好喝到妹不茶奶奶讲出来讲出来而且是我不知道那什么妹不好喝茶那个梗是哪来的你还是不知道我们之前不是有传吗有多影片还是你没看到？你有看？你都没看？你都不来我们这边当时你是不是都很排斥我们这、啊、那个时候你好像比较少来吧那个时候你好像在忙对，刚好那一阵子他在忙，你就打 QQ 内内就一大堆啦，一大堆，一头拉好多，你可以去打一下。因为你在打头颅是不是？什么新的茶吗？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他是茶，没错，他是茶，没错啊，他是啊，对啊，他不是骂人哦，他不是骂人哦，你不要误会哦，他真的是茶，对，他是真的是一个茶，哦，就是我都想到黄金比例。的金什么东西？金我们推荐黄金比例哦。那个我想要小，我们推荐黄金比例哦。我没有给你调成微糖，没有，我们推荐黄金比例哦。黄金比例啊，不能调一下糖度吗？黄金比例哦，可以。可是我们推荐你黄金比例哦。黄金比例啊。他现在这个店现在还有吗？还有吧。还有啊，因为我记得我在前面开了一间，然后两，然后一个多月就倒了。我的天哪！哇，苦的。可能没有，刚好没有碰到那个吧。好，没有，没有喜欢喝黄金比例的。嗯。哦，你说黄金比例哦？嗯，对啊，黄金比例。我现在就是来大排长龙哎，那个巷口就很小，然后旁边都是人。因为大家都想要黄金比例哦。对啊，然后。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同学，如果同学就说他现在冲过去，不知道可以撞死几个，超过分的吧？要为什么？不知道，太反社会了吗？对啊，我就说你也太厌世了吧？这个僵尸血多厚？哦，你开多少倍啊？八倍啊？八倍？八倍而已啊？对啊，可是。我强十的公司超多发达，我的天！哦，你没有，他只射九，你只射九滴而已。对啊，那有什么？你不如用那个直接。对啊，你没有武器吗？近战，近战上次爆掉了。我想说，用强十应该可以吧？哦，其他血剩多少？可能很微妙。你要近一点，我们这边看不到太远了。好，把你拉过去。你要自己看，你自己看不到吗？对啊，因为被火烧了。哦，不不，啊！谢谢你，你救了我，我要死了。怎么会打没事啊？我要死了，我被你打死了。把你挖上去，把你挖上去。你到底还有多少血？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一堆小数点。这边也看不到，没办法帮你。对你不要打死的话，上面就会显示那个啦，数字了啦。啊，你不要打一下 13.6， 你泡了，你只要被他打死，他就会显示了。啊！哎、欸，我觉得我到后最后还是打不赢哎、欸。你中间上面不是有一条血条吗？哎哎哎，一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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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压线哎，我刚刚剩不到100秒哎、欸，吓死了哦。所以感觉攻打副本还好，就是强死的。
还是拿近战吧。对，近战比较好，近战好多了。那小剑士才是王道啊！的近战的 meta， 哎呦，我听到光碟的声音。哦，各位这一次啊结束之后，那地图档就会公开下载。嗯哦，对，可以让大家玩一下，看一下我们玩的成果之类的，进去观光之类的。嗯，好啊。大家看你们想要藏什么彩蛋还是干嘛都可以。好，想要烧谁的家？哦，然后这个毕业这位的房子应该到时候会充公。充公，哦，就是变成公共区域这样。他今天是绿渊，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要。哈哈哈哈哈！飞过去你那里了，没办法了。我想要，你想要。为人诚恳，我想要就要大声说。我要。好，你很大声。好，你很大声。你人很好。多谢谢啦。好，不要呗。多谢谢。啊，你要念出来，大声讲啊！我要，而且多谢谢啦。大声又错了吗？你叫我大声的，我只叫你念出来，没有叫你大声，大声念出来，合体。耶、yeah, ，又一只耶， yeah. 好好哦，我要一只又一只。哎、欸，晚上的蜜蜂还在外面游荡，是指他没有家里可以回的意思吗？嗯嗯，找不到啊，他找不到家，家被挖走了。所以这次都是多的哦，里面这么多哦。嗯，我之前回不了家，太多了。就他一个，我记得只能住三只吧，还是几只？对啊，你要再多盖了，扩建，扩建，你要扩建了。二十栋哎，二十栋房子哎，六十亿，游民？什么游民？在游民呢？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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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那个，哎、欸，啊，永远在外面游了。好了，我们去前线打巨人。啊、哦，去前线打巨人啊！快跑啊！当那音乐响起，快跑啊！而且你要打，想打一打，再放第一个做烽火台。快跑，快跑！好好，跑，快跑，快跑！你是放生？不，你不要！啊！我们跑出来了！大会报告要凋零山庄喽！凋零山庄什么？就召唤凋零啦！召唤凋零？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召唤凋零？第二座烽火台啊！不要吗？等我，我也要来打！阿布里蹦！阿布里阿布拉！应该不会又酿成悲剧吧？附近羊驼都已经隔离好了。是啦，是都隔离好了啦。我怕这个欸，这个集会区会出事吗？集会区不会啊。欸，你说三只鸡啊？没事，没有啊。对啊，对啊，就是。结果不知道欸，他们是会被还是会被炸？看不到鸡了。嗯啊。欸，我来射他。他出来了，他出来了，风太大了。他怎么出来啦？我没有下来啦。第二句下来啦，他下来了。欸，因为你的鸡死了。哇不！他还活着，没有，他还活着。哎哎，他还在，他还在，他还在。他坐你的位置。啊，他对，他坐到你位置上了。他坐到位置上了。他坐到位置上了。矿车往下沉了。对啊，对，因为被炸到了吧？被炸到往下沉吧。他原本被推起来的，然后掉下去。金钩鸡。这样我能坐吗？我不就不能坐这个位置。没关系，你坐一样，你坐隔壁位置，坐隔壁位置。这边坐隔壁，这边有矿车啊。你怎么把椅子坐坏掉了？哦，你自己点下去，这都坐高脚椅。哦，那到底怎么坐的？哎呀，哇，第二次还是悲剧，天啊！对啊，不过这次没有，这次没，他们说好，是不是没有蜂蜜够吗？直接整个封起来就好了吧？我想说，我刚看旁边有洞。蜂蜜，蜂够蜜，你还说蜂蜜？哈，过来！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气死我！小鸡还好你没事。我
我刚刚是突然想到，你知道你因为大家都在洗那个嘛，那个村攻击村庄那个嘛，嗯，然后呢，我昨天就真的有去宰来玩一下，好玩吗？拉拉霸好玩吗？就真的就是拉拉霸而已啦，就是拉拉霸游戏，对，就是拉拉霸游戏没了，就是呢，他会你一开始进去，他就会有体力，然后呢，体力呢就会你就可以去拉拉霸，然后拉拉霸随机会得到一些钱，很多的钱。或者是可以去很三个或者锤子就打人，你们都知道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猪，小猪是偷窃，就是你可以去别人家偷他的钱。哦，嗯，然后你明天想要赚那些钱要干嘛？赚那些钱就是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村庄，把你自己村庄盖东西盖起来，然后盖起来会得到星星。然后呢，每一个村庄我记得有四个还五个建筑物吧，然后每个建筑物有五阶，你把它全部都升满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下一个村庄。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就这样，就这样，对，就这样。那下一个这样子是有两个村庄吗？还是对？但是呢，他们打你就只会打新的村庄，旧的全部盖好村庄就有无敌，就是不会破坏这样。哦，所以资源就是保底，这样就是了。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如果别人打你村庄，你要去修复。然后如果你被打太多次都没修复的话呢，你就要重新盖。会退回上一阶吗？会。村庄呢？如果这村庄完全被打爆了，会完全被打爆的话，那不会到前面一个，就一样在现在这个，只是你就是要从零开始这样。对。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跟你讲，重点是他那个里面的氪金要素就只是买钱跟卖体力，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有人要对这游戏氪金啊？不是啊，人家很想拉拉吧？我要攻击你的村庄。或者是他被人打了，他现在没有办法攻击回去，他就很生气。我跟你讲，然后我就有听到允月讲说一个，我就吓到允月说他那个营收很高，我去查，哎，他在 Google 的排行榜上面是第一名，哎，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多高的，第一名哦，对，这样子第一名，没错，对啊，我是觉得他广告够成功了，可是科技真的太强了，我觉得超扯，哎，说不定是大家一起玩啊，然后村庄被攻击，可是他又拉不到锤子，干没送，赶快除职，赶快，我赶快扣一下，对啊，对对对，没体力，赶快除满，哦，拉爆这样子，对啊，国战在玩。怎么又没有锤子拉爆？哦天哪！我想要抽到猪哦，我想要去偷人家家。不用啦，他们说还有卡片系统，是我还没玩到的，是比较后面一点。他们说那个主要掉坑是因为卡片的关系。哦，还有卡片，我还要收哦。那个难怪我，那我懂了。该不会后面变卡牌对战吧？完了，杰克要去玩了吗？杰克要去玩了，杰克完了，杰克完了，杰克两种方向的玩了吗？因为现在卡牌游戏真的好难培养哦，超啊！你去玩了啦，搞不好真的会红起来呢。好了啦，说不定这个很好培养啊，对不对？可是不知道怎么实况。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玩 Queen Master， 我来攻击别人的村庄，耶！小雨打我。三个锤子复仇，复仇！开那个好友栏啊，各位，你们现在看谁不爽，我就攻击他。送两个火箭，我就攻击他。对，有想攻击谁吗？想要攻击抖超级留言，前三个我就啊。哇，你好会哦，太神啦啊！天哪，可是不得不说，他就是很怎么讲，不用动脑，哎，就是按着就好了。而且呢，他到后面拉霸还可以，你知道怎样吗？他还可以就是你长压，他就会自动帮你转。哦，所以你就长压着，你就放着，然后等他把他体力跑完就好了。那很方便哎。对啊，很好笑。他们说那卡片也是收集拿体力啊，那对啊，那就是跟我讲一样嘛，你就是没体力的，你就是氪金买体力啊。对啊。就是这种很简单设计的，就是为了让你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你知道吗？当你重复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很理所当然。你没得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无聊，你就会想要加速进行，你就会去氪金，就会去想，对啊，想然后可能也是看到别人，可恶，他打我，但是我打他打不了，打不赢他哦，对啊，对，因为那个啦，他那个村庄有那个盾牌，盾牌就是可以挡一次攻击，这样，所以你可能你要复仇，你还不一定复仇得到，因为可能会被盾牌挡掉。天哪！
他们说请你今天开台就是为了攻击村庄。你又去对啊，不然我在玩什么？对啊。好笑、哦，这回次他们有在做投机呗。啊，你说哪一个？你说这一个吗？我跟你讲，如果没有啦，我跟你讲，如果我接，我如果接到，我跟你说啊，这就工伤啦，爽！我跟你讲，我现在连工伤了，可以不不不不讲一大堆。我跟你讲，这个游戏就是厉害，就是，哎、欸，工伤很累，要先做功课哎、欸，真的呢，才可以告诉你完整的游戏内容啊，对不对？我看，我跟你讲哦。这个啊，你如果我们再来玩啊，你千万要把通知关，要不然有够吵。别说了，被攻击了，被攻击了。我这边啊，我只是通知没有关掉啊。现在给我说，叉叉叉尝试攻击你的村庄，进行报复。你看，你还去打人家的村庄，你真的去打人家的村庄、欸，你好坏哦、欸。他五个哎、欸，通知随便便就五个哎、欸，超扯哎、欸，太多了，夸张。对啊。他可以随便搜寻到其他人的村庄吗、就是、可以指定说要搜谁的这样子如果你有加朋友的话你可以 直接打朋友的哦、oh. 对然后现在搜寻可以搜寻说熊猫团团的村庄之类的吗 你如果是用脸书登录你应该会自动加到我好友啦哦、oh. 陌生人的话呢陌生人的话呢我只记得好像是随机配对他就是你甩到锤子之后呢他一开始会在一个随机人的村庄然后呢、嗯，你可以去右上角选朋友或是复仇，复仇就是有人打过你可以打回去啊。朋友的话就是你有加的好友这样子。嗯、哼。然后你用脸书登的话，就会自动帮你加好友。对。然后就会你有玩的都会加。不要打我村庄。哦，不是啊，你们不要到这宰，然后只打我的，我会昏倒。我要宰下来，然后只打团团的村庄。欸好像不错哦，未来去宰一下是不是？没有，你看你果然是工伤吧？哎、欸，那我是不是要先我要先附上链接啊？这个下载链接在这里，你要记得点这个啊。对，要点这个哦，然后输入那个邀请码。对对对对。哎呦，哎呦，收不到。这什么？精灵，我要是那个、啊。我现在看小精灵都有阴影耶。你已经被他弄死好几次了，不是那个哦，也是啦。哦，对不起，你砍很大力，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暴击砍，哎，杰克，还谁啊？还谁啦？再砍一下，还谁啦？杰克，哎，为什么会反弹？为什么会反弹？就那个啦 ，boss 都不能用剑士打、啊。哦，是哦，白痴，那我继续砍。看他铁卷很雷吧，他要走过去了。对啊，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啊，我砍到他自己了。等一下，我哎呀，不是，你为什么在除地板？我用这个头讲举盾啊。他记得。哎、欸，还好你不是不死生物。先回村庄，回村庄吧。回村庄，回村庄，回村庄，回村庄。白痴哦、喔！不要碰！他村庄嘞，村庄。小雨，小雨，追小雨。哦、oh, 啊！谁刚传的？谁刚传的？是谁刚传的？你最后传的，你最后传的，你是最后，你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是我，是我，没有啊，他爆掉前是你啊，我是传哈基啊，是繁星传小雨，然后哎，繁星传小雨，然后小雨，那下一个是团团传哈基，哈基，我传哈基啊，哦，是我哎、欸，嗨。你走了，你走了。为什么没有小雨会让他冲两次啊？没有啦，我在冲啊。他点的不是我啦，只是刚传过来他跑掉而已。他刚刚有多少人啊？我只拿到47个钻，好少啊。没有，我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身上没有，但是我刚刚有打。最后这里吧，箱子这里。好。啊，那一是什么东西？就多的，看有没有多拿一颗。哎、欸，小雨，你可以针对这个来写一篇作文了。啊，短文好了，短文。然后刚刚有拿到那个钻戒，附我这是特殊的，可以解哦。那了，什么的？什么的？定喽，看一下。发射箭矢，发射箭。哎、欸，可是它全部攻击、哦，好夸张哦。哦，
哦哦，他是非惯用惯用的、欸，他是非惯用手，非惯用手放着。对啊，嗯，你偶什么？还不错啊，高松刀侠。卖不卖？你要收多少？刚刚那个头是不是我的？那个东西我捡到的我出三组，哦，好好好，对，三组很多哎，三组对，哇，你要当星爆星爆气流斩嘞，你不用耕地了，对啊，夸张哦，哦，你要变 key 了，刚刚在副手的吗？我杀，哇哦，高压苦力怕哎，好了，这边说了，苦力怕。下一个版本不会再有副手、主手的东西了，就是拿在身上一定会有这个东西，一定会有效果。哦，赞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不分开了啦，你只要有带着就。对，只要都只要、哦、只要你自己在那边。哦欸欸、是肥仔。没有。黑箱啦，我都不卖了。所以就是身上任何一个格子拿放了都有效果，这样。对，而且刚刚那把武器是四排攻击，那这样子可以叠加，好猛哦！这个叠起来，我觉得这太坏了，我觉得这太坏了，我觉得这太坏了。我可以回收吗？我很喜欢，好不好？可惜杰克，你不是486，你不会回，我会死亡回归的啦。好坏哦！啊，头戴好，头戴好，这个你的头。好，下一个版本开始的装备啊，就是你不是上面不是有七条吗？七条属性。嗯，那像如果是那种遇水的，不是本身有一些装备已经三条了，那你只能加四条，我觉得这有点可惜。所以在下一个版本之后呢，哎、嗯，所有的潜能都是加五条，就是除了身上的那个原本的属性以外，可以加五条。哦，固定的就是五条了。对，固定都是五条。好好啊、哦！那我这个跳刺还是很强啊，五排攻击好爽、啊。哎呀，我手天色又变了，还是本来就这样。啊！啊啊可惜、啊，你也是无剑之人，跟我一样。有啊，我还有一把。啊，那你是有剑之人，我是无剑。我想说那一把攻击力比较低，试试看好了，宝儿。我想说最后第一季结尾了，试试看好了。哇，剩下第九了哎、欸、啊，到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对。五的。啊，那我是不是也要玩啊？是。不是。贱，你发现。怕怕攻击伤害哦、啊，那我之前其实洗到蛮多东西的、欸。我也好想玩，但是我没钱，我只能小冲一波。嗯，嘿，不过还是，哎、欸，那个，所以旧的东西也都是需要重置的。哇！哇！哇！谢谢你们两个垫水位，谢谢。啊、这水位帮你垫那么高了，这个祭品有一点大啦，我是这样觉得。对啊，我那个还好，小雨那个超大，耶、yeah! ，还好差不多，差一阶。哇，你还敢付哦？哇，你敢付哦？哇，敢了，这个我就不敢付了，你知道吗？回六了，他有防爆，他有防爆卷，哦，你有防爆卷，哦，那没事，那没事。哎、欸，太低了吧？七升八就要都25%了，好可怕，好可怕！25啊，我刚刚就是25冲上去，然后再上去就爆了。怎么又三叉戟呀？哦，三叉戟不错啊，很好哎、欸。小雨水剑，来抽一波，来抽一波。因为我觉得三叉戟挺烂的，我想要玉水剑，有了有这个了。三叉戟实用不高，对，颇低。现在下雨可以挥哦。哎、欸，对，现在可以挥。对啊，是说可以飞还是可以挥还是可以挥、啊？可以挥呀、啊，可以挥啊！杰克在鉴定应该没事吧？没事啊，没事啊，怎么了？没事啊。哎、欸，为什么没有打雷？啊、你这边没有碰到雨啊？你这边没有，有绿绿的，你换雷、啊，上面有绿绿的。绿绿的，
来了，啊，你好高、哦，哎、欸，啊，掉下来了，你去设苦力怕、啊、去变，哎呦，哎、欸，避雷针，避雷针，啊，绿绿的嘞，我都没看到了，那你虾米龙膜？那你虾米龙膜？我是不是被骗了？跟刚刚遇到那个，我有换雷啊，我有换雷，为什么没有？你有换？这应该是这不是雷雨天气，他没有打雷啊。哦，好吧，这是雨天而已。好吧，那我要去鉴定这个了。对哈、哦，团团上设测试这个哈、哦。哎，我还想说、啊、体验动能呢、欸，体验动能哦，我已经摔死了。减一，减一，减二了、欸。减一，啊，减哦。团团的那个测试东西看不清楚，那个雨一直下太不清楚，想要把雨关掉。没有，我就想说我要看有没有换雷。他怎么坏掉了？谁坏掉了？刚有挥到他上面的台子。这页面好可爱，控制你不可爱。哎、哦，我想到我要干嘛啊？糟了，小雨，哈，有死猫，哈，有猫死掉了，也不是有死猫，有死猫，因为哦，对，这里的猫不见了，对啊，凋零坏坏，我去下面带猫，凋零弄死一只猫，一只，没关系，我楼下最多猫了，两只猫，你想代替购买，有要求，嗨，嗨，你要干嘛、啊？你是我吗？唱片，对啊，我两张。为什么不能不死氪星啊？为什么要不能不要、啊？也没有啊。哦哦哦哦，还没有是不是？嗯、要求增加。要求增加啊？那你们是不是先有点什么那个厨子 VIP 之类的？我刚已经献祭了一把了哎、欸，那把是不死氪星的。哎，我的装备什么时候这么惨啊？嗯，我的装备怎么耐久度剩这么少啊？你刚刚不是打 boss 到？打哦，你刚被哈记挥吗？还是什么？啊，我刚刚打副本打 boss 啦，还要打凋零啊？对啦，都很多啦啊！想打完没有去修啊？哎、欸，对耶，今天放蜘蛛网还有用吗？去修，我也还没放哎、欸。哎、欸，对你，哇，最后一次了，冲攻了，他已经冲攻了，好吧，他已经冲攻了啊，那可以直接给吗？发射手吧，好，直接发了，耶耶耶耶耶，耶你好棒哦，好棒，耶啊耶，这又怎么了？好失落，好棒哦，好棒哦我哪有？因为不能放蜘蛛网，没有，因为我在整理箱子。你在找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也有必要喊好棒哦。怎么了？很棒哦！很棒啊！太棒了！你钱呢？倾家荡产。然后、哦、小雨，你家下来那边怎么了？看错了。啊？就不知道啊，就黄黄绿绿的，然后很多你的头颅。啊，那个是之前那个啊，圣诞节的啊。我居然到现在才发现。这个是一个礼物堆的概念。对。哦，对了。嘿、hey, ，嗯，对的，我要讲什么？不知道，问你啊，哦，我要讲谁？我喽，啊啊，那个活动给的那个牛排啊，还是什么粽子啊？下个版本就没用喽。啊，那可以变成钱的形状吗？啊，不行我很想准备一样了，不过我们也用它用够久了啦，对啊，不然都不吃肉了。对、啊，我要去拿烤鸡了，哈，又要变大老鹰了。有人讲，哎、欸，那个我做的，我那是我的，他在我家旁边啊。你叫我要说什么？我说终于可以直接把肉吃了，你可以现在吃了、啊，你是很想吃是不是？要留个纪念啊，最后表框放起来啊，不行，我也要表框放起来，我不要把它吃掉。然后哪一天框上面的东西突然不见了，到别人嘴里了，更新完东西都不见了。天哪、
啊，我以为那框上面那是给客用的啦，那大家可以拿，可以再吃。哎，那我把表框放在我床头。表框好像是叫你表哥什么之类的。好，床头。好好危险。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怎么了？说什么了吗？哎呀，50分的，第二季下一次就是第二季开始了。好，好的，你要解释一下，还是有观众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呀、啊。就是我们这个轻松生存的上面这个平台基本上会整个大改，然后系统会整个大改，锻造会留着啦，锻造就是一样，就是先留着，然后潜能到时候我们的装备呢样式会完全不一样啊，就是没有把做到材质包不一样啦，但是就是它那个上面显示的方式就不会像这一整条全部蓝色这样子，嗯哼，会整个改方式显示，然后呢装备呢？目前呢、啊，我现在规划应该会掉卷轴，可以冲卷。哦，一般怪物吗？啊，怪物？一般的吗？还是怪物会掉冲卷的？掉卷的，掉卷卷轴方式先保密哈。掉怎么怎么？啊、就是它可以，就是有70%跟30%两种卷轴。嗯，好、嗯，每这个装备只能冲10次，然后是不可逆的行动，就是你冲过去。啊过了就是没过，过了就是过，没过就是没过，就是没过，没过就是过，就是没过，没过就是没过。对，然后可以冲10次，然后你冲完之后，你的那个武器上面就会写加级啊、哦，没过不会写，不会写加，那不像那个魔法金属有没有过都加哈，就是有过就有加，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改啊，乐透也是，乐透到时候改自动化。就不会有他慢慢对是谁中奖哦，很赞耶、哦！好，也不用自己拿头颅去放，就直接是到时候是改告示牌方式，也比较不会那么累个哦。好、嗯，告示牌点一下，就是可以直接购买，然后这样到时候可以看自己购买哪三张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啊、哦、啊，那个野怪，到时候那个精英 boss， 改多了好几种。然后所有的技能全部我全部改写了，哦，也很凶残，不改写，对，更凶残，真的是很凶残，嘿嘿，对，啊，到时候就是自己再慢慢去逛，慢慢体验啦、哦、啊，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不是只有硬打硬 A 这个方式去打他了，哦，所以没办法说什么困住那种的，特别的，对，会有，他基本上都会传送了。哦、这样有没有听到？不能再不好打了哦。没有，就算不好打也没用了，因为他会乱跑。对，乱跑了，也没办法困他了。他是加油啊！你有听到吗？有啊。你怎么感觉快睡着？快死了！对啊，没有了，发现加油的都没电。他已经没电了，电池要没电了。而且感觉现在电池还蛮低的。嗯，你是没有买海苔呀、啊？对啊，他今天没吃东西呀、啊。没海苔、啊，他还没吃东西，然后他说要等杰克吃宵夜。啊，真的假的？对，所以你晚上吃宵夜，我就会饿死。啊，等下去吃，等下去吃好不好？录完你去吃。等下，如果你们没去吃，他会崩溃。他要自己去。真的只有一个人呢、喔？只有一个人。我陪你聊聊天好不好？然后旁边那种，然后人家过来说：“哎、欸，你好可怜，一个人，我一个人，真的、喔。那你可以给我一点钱吗？”哈？这是要钱的吧？要钱。真的有到，就是我在路边走路，他说：“妹妹，你一个人走路哦、喔？”我说：“对啊。”他说：“真的好可怜哦、喔。欸”哎，对了，我想要回家，可是我身上没有钱，你可以借我300块吗？我买车票，然后我就给他300块。你干嘛給我、啊？酱油，我也没有钱哎、欸，酱油。哦，那个都骗钱的，不要。那时候我几身是我国中哎、欸，我根本不懂啊、哦，我就给他了、哦。真的没办法啊。他就说他会还你的，我后面想想他怎么还我啊？他不可能。小雨，你好多没鉴定的哦。对啊，因为那个不是我要，我刚是想说要拿剑。现在把它拿去鉴定
超多，差不多，差不多。完了，一片寂静的，大家都开始没电了，没电了啊，卡住了啊！没电了，可以直接这样冲吗？看一下，风力是不是啊？哦，你好干哦！啊，你刚不是说没钱？呀，没有啊，刚刚还有一组啊，刚刚还有一组啊，就是后来那个啊，乐透完啊，你不是给半组哦？对啊，然后还有一些。该抽的抽一抽，哎、欸，好，哎、欸，我还有一组、欸，哎，然后就其实我刚刚卖哈基那把剑，我只拿两组钻，怎么只拿了两组啊？因为我刚送哈基一组啊，做乐透哦，对，可以的，对啊，可以的，可以。可是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可以抽在一起的，哈哈哈哈哈，这头跟副头可以抽在一起，以为是乐色吗？还花了三组，哎呀，太过分了，被剧院摆了一道，真的是被剧院摆了一道啊！我就说你们尽量问我，你们又没问，那有改什么？你可以说吗？对呀、啊，请问这次更新有什么？哪一部分呢？哪一部分改了什么？要跟我，因为改太多东西了嘛，对不对？哦、你们是在玩那个大地游戏是不是？那个你要问对问题才会回答你，对，要问对问题 NPC 才会回复，不然他会不理你哦。不然回答说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对啊，哦、今天的天气真好呢。线上游戏的 NPC 哦。对啊，顾左右而言他。上次玩密室逃脱不是会一个一二三一二三的吗？一二三一二三，有啊，一二三一二三。气死了！那个机器人真的是太强了，我气死了！而且还是团团问的时候、欸，对啊，这么刚好，你知道吗？超气，超好笑。哎、欸，可是你们以前有玩大地游戏，你们有办过 NPC 吗？其实我觉得那个自己在当真的还蛮好玩的。没有、欸，大地游戏啊？你不知道大地游戏什么吗？就哎、欸，应该不是大地游戏啊，就是通常迎新不是会有就是可能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行程、啊、通常大部分都摆在第二天啊，第二天就是可能几个人会散步在会场上，就可能你们迎新的地点去，然后呢就是你们可能就要扮一些妆啊，然后打扮一下，然后可能就是他们其他的人要分组，要想办法的去解任务拿东西，然后就要来问你问题这样。哦、oh. ，对，就把自己当 NPC 这样子啦，对吧？没有，玩来撸去，我也没有，没有这种经验，臭边缘人，臭边缘。哎，没有，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有接到说要办这个，然后呢就有兴趣办了一下，很白痴。他们有一些人就会直接就是在你面前说你讲不讲，你讲不讲？因为我问一些很智障问题啊。有啊，没问你智障问题，他说：“哎，你穿这样不热哦？”然后呢，我就只能回他，就是他们问没有问到问题的回答，说：“啊，今天天气真好呢。”他说：“哎，你要不要吃东西啊？啊，今天天气真好呢。”我就一直跳针这样。哦，啊，别说迎新的，你知道我对迎新的印象都是去了一个很像废墟的地方，然后一群人吃烤肉，吃完回学校没了。啊，你们没有作业吗？啊没有啊，所以那个他们说是旧校舍，可是看起来超级破烂。哈，他们是在鬼屋夜游吧？对啊，是夜游吧？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去那边，然后吃烤肉，还有一群男生发疯在那边跑操场。发疯在干嘛？那边尖叫啊，那边哇操操，来我们来比谁跑得快，然后拿着烤肉去跑操场。天哪！然后接着吃完烤肉回学校没了，好啊。然后再来就是分配学长学姐给你。然后我读了这么久，我从来没见过那些学长学姐。哦，对，有直属学长那个我也没听过。直属那个很多真的是。那个我的也是啊，从来都大学的话，我大学都没看过。嗯，那我觉得我大学还不错哎、欸，他至少大一他有出现过，大一上大一下这样，就是都快期末考还是什么，至少就给了东西吃这样子，我趴场还是什么的。我只有高中的时候有、欸。啊，高中我反而是大学有听过这个东西，高中完全没有哎、欸。我们高中是有认直属的，就是学长姐跟学弟妹这样。嗯。然后考试的时候会送糖果。哇。就欧趴糖。送糖果，天哪、啊。对啊。哇。太好了吧。欸、我觉得泱泱有一把铲子还不错哎、欸，杰克。啊，不是成功了。
对啊，嗯，好啦，不然就是现在要什么自己搭自己拿啦啊，尽量自己量拿啦啊。你说拿充公的东西吗？拿什么？对吧？就是他家的有任何东西，或者是他家的道具什么的。大家收光了，这个抢东西，攻击他的充，我没见了，我拿把剑了，谢喽。他充装了，攻击他的充，攻击他的充装，黄。还好吗？床不是他床靠背床哈有翻完的啦！我在刚是开这个，有人在看这个，我拿刀，我放的是我自己的东西。哎呀，什么什么？他开中介箱，开到他自己的东西。开中介箱，哦，有好东西耶！哇，好棒哦！你怎么想？不对，这是我的箱子。哇，这箱子好赞、哦！哇，天哪，怎么这么赚啊？等一下家里我觉得都还好哎、欸，怎么办？还好哎、欸，我觉得楼上的好像比较好一点。对啊，楼上，哎、欸，它是固定的。哦，楼上，楼上，走啊！哇，楼上好像好一点。飞啊！没有，央是毕业了，他不是请假，他毕业了，加速键哎、欸。他已经毕业了。他刚刚那个伤害铲怎么不见了？可恶，在谁身上？被拿走了是加速键吗？没有伤害铲，铲子铲有四个属性的，在哪里啊？在我身上。啊！有人会看的哦。当大家都冲下去的时候，我明智的知道我自己抢不赢，所以我在不是啊，我刚刚不在那边闪闪半天给你看吗？啊，有吗？在哪？就你手上那一把，拿出来鉴定好了。就你手上那一把，我刚刚就在闪半天，我说你这把很屌哎、欸。你摆出来给大家看啊！你摆最、啊、你摆最右下角，最右下角，右下角这边好了。你看，哎呦，这个很猛哎、欸，超猛的！上面拿雨水搞，谢谢杨杨。啊，酱油啊，你的嘞，你的嘞。哎、欸，对，雨水搞那把也不错、欸，你看一下。对啊，雨水搞这把也没有人要。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它三条。嗯，反正到时候不是会合在一起吗？啊，拿的，拿会合一合就合一合啦，嗯，然后没差。哎呀，现在我讲可能有点有点晚了。嘿，就是我不是说所有潜能就最多就是加五条嘛，就是不含那些那个。对，所以有一些像鞘翅本身不含没有那个任何东西的，它可以加到七条。你说哦，就是绝版的之后就不只能加到五条。吼吼吼吼吼吼！哇，你要冲的赶快冲，真的真上去！杰克的那个真的是，我盾牌已经复好了，跟鬼一样哎、欸，五牌攻击伤害一条生命一条盔甲，对啊，哇，有没有要卖鞘翅啊？我来冲看看好了，冲看看好了。然后等一下今天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就麻烦帮我到这上面平台，然后帮我放一个用创造，直接拿一个箱子出来，把大家的装备，然后所有的。财产就包含中介箱的财产，也可以都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嗯，他不会其他，主要是到时候地图公开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让其他玩家来看一下你们身上装备多好。哦哦哦，不稀罕，有没有？就这儿，就这儿呀，就这样，就这样，这酱油，你的那些钻石要给观众玩哦，记得哦。完了，就这儿，完了，大家全部拿去冲装，冲爆！碰到几个加持，记得跟我讲一下。还有，其实那个繁星那个也有很多，记得有啊有啊有啊，他们都觊觎很久了。到地图释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算是纪念啦。那我知道指定的部分，因为我想说我们这边都比较乖，所以我没有做太多的防呆或做一些太多的那个修改，所以到时候如果有人直接拿来玩的话，可能会出现比较多 bug 啊，这边就不会去更新它里面所有的指定了，嗯、因为只是额外分享出来给大家玩这样而已。对对对，自我规范啦，对，这就是等于说大家自己自我规范那种感觉。好，还有什么 bug 就不要用。那这个是第一季的部分，那、啊、第二季的话。到时候指令包也会可能会释放，因为我这次把整个改写做得比较好一点。嗯，这样。好啊。好的。放。你说放在这边吗？上去放是不是？好好好。对，上去放是吗？对对对。放吧，还是你帮忙放个箱子。
东西有点多。放不下，感觉要放大的箱子。放上一个大箱子。我放一下啊。好的。好，这个就不用了。嗯，那个只是交换礼物的。这个箱子就我要这个箱子。好啊，那你旁边留给哈基跟你。好。放起来，我身上其实这样子也没对称哎。大家头上上面放个自己的头，应该都有自己的头吧？好的，我要去。回家。我要从乐透拿。我要从乐透偷拿一个。啊，对，从乐透拿。聪明。哎呀，坏掉了。哇，好像要毕业了。好慢。要毕业了，毕业了，毕业了，东西多放一放。东西放一放，哇！那我们等一下下去坐在那边，就真的是身上都空的耶。对啊，对啊。欸，原来铲子在我身上了，白痴哦、喔！你可以来看，我放最右下角。嗯，我的箱子好少东西哦、喔啊。你可能都锁在家里了吧？我都锁在家里，我没有带在身上。这样算三排吧？第一排是那个他原本的攻击力。嗯嗯。哦，那好啊，不对，这是休夜室才对啦。对啊，休业是，我们是休业，我们是要准备升为二年级的，对，不然，对，这个学期的结业是，轻松真的变成轻松校园，欸，校园吗？还叫什么？好慢哦，高校，轻松高校，高校。欸，有人，突然间好慢哦，不习惯。有人说我们之后不是抽奖，就是奖学金了，对，我们奖学金用抽的哦，奖学金用抽的也太那个了吧？对啊。福利金啦，福利金好了啦。我会不会被业妹虐死啊？怎么办？没有，是那个叫什么？有猫咪什么董事长那个董事长的、那個、哦，董事长奖，董事长基金会。对啊，董事长好慢哦，超不习惯，这什么速度？好慢，超慢，速度超慢。对啊，对不起，音乐，对不起，yeah. 我很抱歉。我没有想讲错，因为我很抱歉，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没有位置坐，只能站着了，马上修一下好了啦。好，营业借过那只鸡，可能哎留着吗？要不然我帮你动另一个位置好了。让它变小鸡的位置。对，那是小鸡。小鸡也是我们的朋友。哎，它上面还有一只鸡，好可爱。对啊，上面有小鸡。对啊，有了。然后椅子。你是用推的把它推下去。小蛋，我看一下，它叫什么 ？Cheer，Cheer，Excuse us。哇！哒哒哒哒哒。乱码。对啊，原来我们的车子底下都有根棍子吗？啊，对，没错。真的吗？哎呦，哦，我的天啊！没有啊，那个是插在椅子里面而已啊，没有插出来。但是你如果椅子哈破损，椅子不见就很危险了。对，哎呦，灌出来，哇塞，哇哇，好痛哦，瑞凡。难怪可以坐这么稳。哈哈哈哈哈！住了吗？对啊，不是要那个连公仔什么之类，会要个定住的背。啊，为什么这个位置歪了？斜的，跟小雨那个方向。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的？这是上课不看老师呢？也不升级了。背对啊！有了。直接坐着跟隔壁同学聊天。就硬抢啊！把椅子直接拉过去了。椅子直接移到旁边。好啦，这一季的《青春生存》最第一季完结。期待下一周，每周一的晚上八点到十点，我们会有轻松搞笑，耶耶！大家可以到前面来拍一张照，可以等雨停吗？让雨停？对啊，可以让雨停，对吧？雨停有点，我们要面对这里还是讲台啊？感觉讲台会比较面对哈基吗？哎、欸，为什么跑来这里？对啊，这样。你等我，我的脑袋有一根箭。脑袋有一根箭。你看到我的画面好多线。好，猫咪，我的啊，回来了。等一下，那些夜妹太吵了吧？超吵了。喂。
为什么小鱼要站这么远？我很远吗？在哪里哦？你看起来是站在旁边。我没有啊！过来点，再过来后面。我们走啊！我们走后面。我是延迟卡卡的啊！我想说我们要站点站成。有人打了，被打掉了，被打掉了。来，三二一，耶！啊，翻台喽！啊，又是你，又是你。啊，不止我。好啦，那待会会再加开一下下，就是画个图或什么的，想说帮团团他们画个被子之类的吧，再看看啊，不然等一下看手感。好啦，那就是感谢刚刚看你们怎么突然开始抖一堆，我想说看一下有谁哦、喔，我要一个感谢，等我一下哦、喔。从好风间开始，感谢风间的50港币，感谢，还有存的100台币，感谢，感谢浓浓的66块，感谢墨雪的75块，感谢阿亮的75块，感谢辉耀的75元。好，先结尾，等一下再来。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今天是轻松生存第一季最后一集啦，感谢这快一年来的支持。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呀，你打不到，呀，你打不到，拜拜。哦，对啊，是洋洋毕业，我们升学啦。好的，拜拜。好，我们结尾完了，我们换画画吧。像昨天啊，感谢生母的25港币，感谢。昨天也是这样子啊，开启。这样我看一下哦 ，PNGSAI 这个昨天就是开了自己的嘛，然后跟小雨的来练来画，然后发现说其实好像都很套用，会有转学生吗？会有一个，然后会有一个就是偶尔会出现的那种特别嘉宾。哎呦呀！我生母的，感谢生母，再感谢一次25块，感谢。来听歌，但应该画团团哈记音乐吧？反正这只是油漆桶倒下去啊。我的素材剪片素材，剪素材剪片音乐啊。对，会有一位嘉宾跟一位转学生，要讲留学生也可以啦，就继续留学有没有 ？Bobo 或阿旺，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他还没有讲，大家就可以期待啦。这个是烦心，我最近输入法很奇怪，我最近输入法完全不会。不会自己挑字欸，小雨，然后这个就团团啦，团团，嗯，本学生资讯哈系长很深，对啊，他现在是连我们都不知道的，就像他这次新增的那个嘛，光是武器那个，他想说啊，奇怪，才前面跟后面都有冲到啊，怎么会这样子？是你之前不是啊？键盘的按法那个东西跟那个应该无关吧？曾叫我抖87块，所以我抖了18.7块。昨天叫我抖87块啊！感谢你们订阅，感谢你们抖内啊！本来那个要跟水里研究那个绿界跟欧富宝的啦，
不然超级留言真的吃太凶了，想说就用绿界吧，不然抽成抽太凶了。等一下哦。要熊猫还是竹子啊？啊！感谢哈鲁的续订，对啊，我也想要，不想要让你们给我那么多钱，就还被抽那么凶，所以就想说，还是我直接上色块，等我一下下，这样子。这样吗？这样比较好吗？好像有欸。我本来想画竹子的啦，那个其实我有绿界跟欧付宝啊，只是那个我 OBS 少设定一个东西，所以那时候从 FB 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我记得还有个东西要设定很久啊，怎么那时候自己设定好了，想说自己不可能进步那么强吧，这样子。你在画给团团的吗？对呀、啊。
玉界卡抽杀，你海斗这个不是海斗啦，海斗不是啊，你等我有用绿界再用吗？空间突然说想吃熊猫，因为很像杯面里面那种鱼板造型。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哎呀，哎呦喂啊！什么？哦，这个啦。隐约隐约需要吗？这哈记大大，这是你的，对啊，这是你的，要不要我画刚好画好？我后来想说，那哈记如果用这个包的话，会不会？我等我一下，我去打开哈记的台。对啊，我觉得哈记跟隐约要量身定做，因为他们是有露脸。我先看隐约的台啊。隐约，那怎么画啊？不要截太丑了，重新截。哎，音乐。你好冷，我原本想说要竹子还是熊猫，结果两个都送你了。来，让我们看看音乐哦。这怎么弄啊？我觉得很难呢，因为我就是怕说包上去，结果他们变说只剩一颗头。哎呀，我觉得很可爱耶。隐约喜欢什么、啊？代表物萝卜对不对？有没有隐约的那个啊？可以给我意见。白痴哦、喔，怎么又笑这种声音啦？哎呀，按错。刚哪一个？那个。好。哎呦，我觉得我虽然我是觉得很可爱啦，好啦，画画画。音乐，你要有棉被的音乐。昨天也是小雨开台开到一半，我就说，小雨小窗快点看。啊靠，音乐是黄色耶，刚刚撞到了。月月。问本能最快，不是哦。画静音，那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哦。哎呀，找到火影的那个静音的啦，白痴哦。静音不变，可是静音就是因为他的发型也是黄色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有点很难画，是这个原因。因为想说，昨天不是画了我跟小雨的吗？那半夜就开始一大人开始又在画，我想说哇，大家画画很厉害耶，真的你们画画很强耶。被子要暗一点吗？
我主要是怕就是黄色跟那个撞到颜色嘛，还有什么颜色？滤镜没什么适合影月的啊，影月给我们打颜色黄色就是黄色啊，对不对？其实我代表色才是红色嘛，不不不不，橘色嘛。头发暗一点，我头发应该是用亮黄色吧。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要把聊天室另外拉。Bobo， 哎、欸，我怎么一直没有给你权限啊 ？Bobo， 你等我一下哦。哦，差点按到检举，白痴哦，行政管理员。团团在哪？虽然团团很明显啊，是因为宝宝没有勾勾，所以不明显。莎莎什么莎莎？我差点按到啊！我看一下静音哦，静音静。你是不是想告我？我在等你赚钱，你赚钱就可以告你了哎、欸，多赚啊，对不对 ？B O B O， 你不是今天要录影吗？哎、欸，好像第一次这么认真看金英怎么画哎、欸。还有今天应该最开心就是冲了那一把武器吧，因为本来想说不是说可以留到下一次吗，我想说哦可以留到下次，那我就不冲了，白痴哦，画错图层啊，哦冰淇淋沙沙哦，白痴哦，因为我有讲过啊，我之前就一直想画允月的那个嘛，那种立牌的图，可是允月就是它的特色就只有静音啊，因为画小雨跟团团他们就是比较好画嘛，就熊猫、竹子、阿基就是西瓜、箱子，哦有押韵呢，然后哦已经有白痴哦。然后小雨就是蜜蜂、蜂蜜嘛，还有蜂巢什么之类的。杰克安安，石头多留一点，什么石头？哦，石头都没用哎！啊，白痴，我按错了。杰克，对不起。没有啦，哎、欸，怎么解？这个要解杯吗？300秒。我崩掉了啊！哎、欸，真的不是我要讲，你看哦，这是我的，我、哦、靠哟！啊，要拉聊天室好烦哦。没有，哎、欸，那位置真的很尴尬呢。听我解释，真的要听我解释了。怎么解啊？之后给，这ban掉之后就没办法。感谢意的75块，好啦，我知道 YT 聊天室很难，都不对。他点的第一个选项就是检举啊！我要讲啊，因为我的滑鼠现在会有点连点。我现在滑鼠其实
点一下会有偶尔会变两下啦，然后你们点那个管理员嘛，点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三个点点，点下去的瞬间会马上变检举，跟移除还有暂停使用者啊，那、啊、他新增管理员在最下面啊。哇塞！哎呦，我现在好早吃宵夜了，我现在是健康宝宝，熬夜的健康宝宝，耶、欸！好了，先化妆。好像不能解，对不对？我就记得不能解啊。那天谁跟我讲说可以解的，叫我去团团台帮忙解 ban。我说你被团团台 ban， 那是你被 ban 的事情啊。你跟我讲干嘛？你一定有做错事情才被 ban 的啊。啊，不是，是说他说，我在西瓜台被 ban， 可以帮我解 ban 吗？可以帮我跟西瓜说吗？这样子，解300。先永奔再解哦，是哦，先永奔是不是？好好，感谢飞龟，没关系啊，我就300秒快过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一直讲西瓜，我就觉得他很不尊重他的技嘛，我就把他给也奔掉了。因为飞龟在那个阿靖台是 mod， 所以他会懂一些东西，也会玩麦块，对。哇、哦，好可爱哦！虽然画的有点不像。杰克回来了吗？杰克，你回来了吗？杰克，杰克，打字，杰克，我看到血流成河。反正我不胖又没差，谁说的？开小账了，哪个是杰克？杰克，请说你很哦。杰克是个国家哦，我看到你了。听说杰克是个国家，晚点再教你解奔。我是小号，没啦，你等下300秒就过了啦。抱歉啦，点到了。想说也都给你们，这样比较好清楚看到。有时候那个有勾勾，虽然会反白，但有真的很长时候也是看不到。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了，可是每次都没给到。尤其是 Bobo 啊或是酱油吧，就是没有勾勾的，那时候一直想给没有办法给。直播台的账号哦，我懒了，靠腰，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们不敢画这个，因为曾经就是有人画初音啊、静音啊、中音那些，就只是画的稍微不好一点点哦，就被炮轰得很惨。所以我大概懂说这一块，我就是很不敢碰。哦，当时也是我刚，他们那时候刚起那个比较红的，应该讲这样子讲嘛，因为就当时就是那样子的市场，所以我很不敢去摸，去触碰别人的雷点。像，哦，不要讲好了，好危险。你
你们是在练习吗？请问 Tina 跟小鱼是在练习吗？哦，他们在练习啊，没事没事。对啊，很可怕啊，所以我就很就 不敢画。以前有画过一次初音，那时候还好是画出来没有被攻击，但就那一次就不敢再画了。我画得很抖哎、欸。游戏主播都来看繁星画画，因为他们现在在休息时间，等一下他们要录影，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跑过来玩，对吧、啊？订阅起来。不用钱。白痴哦！选区域差，这边才不该是这个点的呢。按广告，好，我按，然后我存档，存档，存档。米豆子也很成功啊！米豆子，米豆子，因为。米豆子是我的画风已经比较稳定下来了啊，所以才会成功啊。不然你拿以前的风格跟米豆来画那个来画米豆子，我觉得我会恨不得把那个米豆子删掉，赶快删掉，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东西，有如机密文件一样。豪门神哦，天哪！应该画月亮就好了哈，画那么多这个干嘛？可恶 ，Bad Moon。也不是说影院没什么特色啦，是我这样讲好伤人哦、喔，是因为，就像我的形象就是兔子嘛，那它既是后面才从箱子变成西瓜，那。巧克力就是巧克力嘛，就是这种的形象啊。啊，因为他就是人，我讲废话，因为就是个人的形象，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要怎么画他，我就觉得他好像跟可以跟太空联想在一起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常常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很重要，要让大家就是。哦，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你。啊，这个我也在开台讲过很多次啊。没人设的总结，不是啊，是你今天很坏哦，又背人又呛人，靠腰啊！我是讲事实，因为就是一直在找契机嘛。啊，学长的话，学长要怎么画，我也画不出来啊。啊，月月的话就画狗嘛，对不对？啊，也可以齁。因为不然我画影月出来还要再画另外一个静音的话，我会觉得哇，要画这个好好累好辛苦，这样子。另存免费，好影月的好了，再是哈记的，我去看哈记台，等我一下哦。哈记。哈基秀，来先吃个广告。没有，我是说哈基的广告。
哇，在隔壁看到汤包包了，哦，汤包包。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好了，我来拍阿基的一句话。Hello， 回来了。我的聊天室，我的聊天室。因为我最印象就是静音，对啊，就是静音啊。我觉得哈基很难耶，哈基肩膀太宽了，我就是要整个重画耶，我就是加把棉被拉大一点躲在这里面的。感谢陈的超级留言，想拿我画的米豆子来做我学校账号，我学校账号，你是说头贴哦？我箱子啦，不啦，什么西瓜啦，没有画西瓜啦，西瓜还不气死？帮你把披肩披掉，没有啦，你披掉没有用啊，因为他本人就肩膀这么宽啊，你把他劈掉有什么用？欸，不是嫌他胖哦，他是真的喜欢卡比兽哦，你们不要误会什么，白痴哦。是他真的很喜欢卡比兽哦。你们不要乱想，你们乱想我这样子画不了的图哦。进个头啦，白痴哦，你这样我就是怕你们乱想，我才不想去画啊。
对啊，我知道他超喜欢的、啊，尤其是又是色尾的，他超爱。感谢一万的200块，哇！你从隔壁跑来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 mod 嘞，我的 mod 嘞，我的 mod 嘞！感谢一万的200块宵夜，感谢懒懒的150块，人到手的，哎、欸，你也注意保暖呐、啊。画画记得配温开水，回公家。你每天都在乱跑，我知道你每天都乱跑啊。我最近也常去云月台顾台啊，就帮忙顾一下，因为他常常那边有时候没有人，就帮他顾一下、奔一下人那样。拜托，说到，怎么配温开水？对呀、啊。我觉得卡比兽好吗？我卡比兽的图好吗？咬竹子的不是啊，因为如果要拿来做毯子之类的话，这样子很感谢超级留言，感谢 SAS 沙沙卡瓦，感谢超级留言。哎、欸，真的有人觉得我英文很强哎、欸，我的天啊，到底是不是我的粉丝啊？我英文烂成什么程度？说我英文强，上次德平那一次讲我很强，我也是吓死了。我找一下色尾卡比兽，等一下哦、喔。色尾卡比兽其实是阿迪凡，嗯，他是企鹅。哎，感谢企鹅的超级留言。记得好久不见，色尾卡比兽。哎、欸，问一下哦、喔，如果真的是大半夜那种2点3点在开台的话，你们会看吗？因为有时候睡不着，又不知道干嘛，开个剪片聊天台，这样子。没有啦，就是还是就是心情来的时候就开一下这样子。选择比例，看哪吃不看，不是啊，你们讲是这样讲，可是隔天要上班上课的多少人，对不对？我问心酸的啦，那就顶多是说，怎么这时间开台，明天要上课，先挂着，啵啵啵啵啵啵，这样子而已啊，是这样。哦，好，哈基还喜欢另外的东西，想起来了，那个还比较好画，普利帕。3点前都醒着，管他的看屁嘞，最好是，然后
然后记录档就故意不传，有没有？然后是仅限会员才能看的，就在主频道里面，有超贱。觉得看大家聊天很有趣，就是我是还蛮幸运的，是说你们都会自己跟自己聊天，不是自己跟自己，你们自己会一起聊天这样子。等。还剩谁？团团哈记音乐画完了，杰克没有有 V 的先画嘛？刚本来是想说有用 V 的还是什么先画，那再就是 Bobo， 哎 ，Bobo 有什么啊？呕吐怪，感谢新会员，感谢。NFE 感谢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LINE 群或是 DC 群的话，可以截订阅证明到粉专私讯我。安德哦，我不知道、欸、啊，对啊，原本也是想放熊猫啦。好啊，那就熊猫吧。车神是要怎么画、啊？熊北吃广告，存档吃广告。感谢企鹅，他是写新会员呢、欸。感谢企鹅预定。还是谁 ？biu biu biu biu， 感谢一万的续订，感谢。哎、欸，一万，不，一万之后不是下礼拜还是这礼拜 POE 就是新赛季了吗？再来玩呀！靠，有时候缩小都这样。我觉得可以在他棉被上面画食物还是呕吐物勒，对不对？究竟是食物还是呕吐物？有啊 ，POE 再来，好像这礼拜下礼拜改版，然后有几只角色，他们那个阿旺是说做的更平衡啊。甜的东西，什么甜的东西？哦 ，Bobo 的颜色，我的天啊 ！Bobo， 你什么颜色 ？Bobo， 如果你在的话，给我个信号。我都好像在录影了。我跟团团撞色吗？好的，没有。当酱油的颜色哦，等下 Bobo 什么绿啊？那个，哇，这太绿，我的天！农场还会在吗？哦，对，下个赛季有农场，就是新的赛季会有农场，农场会回来。我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有。好冷哦，大家要好好保暖哦。感谢。对啊，现在是很冷。感谢超级留言。我现在其实是脱掉。我的披肩啊，因为披肩一直扣到有点难画图。
感谢原理的预定，感谢感谢。噔。是广告，欸，画完节课我就休息哦，加开一小时应该就够了，一个多小时。乐乐乐乐，缓缓的。节课，就节课就好了，节课是粉红色就好了。感谢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兔窝大家庭，可以截取订阅证明到本端私讯我。哎呦，大老鹰吗？我说。这好阿嬷，我的天哪！超阿嬷的，欸，天啊！对啊，我想说画宝贝球。
还在忙。这样结束了。好啦，理论上 有用右下角的应该都弄好了。好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那今晚就到这里啦，谢谢各位。对啊，今天好多人哦，感谢你们哦。那明天哈南安，哈南安。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那今晚花花就到这边，群众生也到这边，那待会就去看哈基影月或阿旺的台啦，各位就这样啦，晚安啦，巴巴巴巴嘿嘿。